我在天顶啊，设想做做到的，啊，迄个安尼，迄字家己会浮声就对啊啦，你看到迄字就有声，所以后学回去。啊，电文书各位真人，大家好，大家请坐。啊，不敢当。好、哦，啊，咱拄将第一节课，安尼讲的速度，敢会伤紧？没吼。哦，好。啊，过来后学哦，讲第二节课吼、哦。啊，对金门回来了后，后学就去哦，算正开始嘛，等于台北。你台北办桌，啊，迄个时阵阮。有一个王讲师，伊咧开安亲班，啊，有遐去遐斗三工。斗三工有一摆吼，阮就带迄个国校啊，三年，一年嘛有啦，一年三年吼，拢总有六个，六个学生伊就讲要求道，啊，甲因讲，阮就讲啊，明仔爱穿整齐服装，哦，穿学校制服，咱来求道，啊，大家乖乖。啊，学生大家算完了，真心笑，伊就问啊，讲老师啊。求道是要拜什么？我就讲拜仙佛啊，他就开始问啊，仙佛长什么样子？哇，哦，仙佛长什么样子？其实咱讲的仙佛长什么样子，拢是咱想出来的。哦，正港的仙佛生出啥款，咱唔捌看过嘛，对不？咱看无。啊，所以迄个时阵想讲，哇，这囡仔太安尼哦，这个手、口齿这样尼啊伶俐的安尼吼，啊就讲啊，只要你吼明仔乖乖的，你就会看到仙佛啊。哦，安尼来看到仙佛好，啊，过天刚因就讲好，安尼我要来看仙佛，啊，就六个就来佛堂吼，啊，因为囡仔嘛，所以就无开示道义，就直接请单，啊，请单点文书，迄、那个请坛词啊，一念落吼，啊，念落了后，迄内底啊，因六个原本徛好啊，真整齐啊，内底其中有一个就讲，啊，老师，紧走哦，佛堂有鬼哦，哇！哈哈听出来，哇！一个出来，大家都拢走出来啊！拢哇，紧走，紧走，哇！走出来，走出来以后，甲王讲师就约出来啊！王讲师约到了，讲胡说啊！佛堂怎么会有鬼？佛堂太有鬼！用哇，老师你敢无看到？哦，一个几啊百只手、几啊百粒目睭的鬼在佛道面顶。嗯，各位真人，恁想这是啥物？嗯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。嗯。咱请单一请落，伊就看到，迄囡仔看到了，阮其他拢戆戆，但是迄内底，我就讲啊，这个就是仙佛啦，进来进来。但是我甲王讲师的底下讲，这胖来乱的款，即、這个囡仔无乖安尼啦吼，无乖。啊，过来，咱请坛了，得爱跪读深情喔，啊，就跪落来，啊，就开始哦，啊，就跪在三哎、什么，明明上帝莲下，又升起三奇应运，弥勒古佛。哎，六个另外一个，不是拄正讲迄个哦，另外一个，伊就向向比诶，比佛道讲，哎，肥猪肥猪肥猪坐伫佛道面顶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因为嘿啊，哦，阮就胡说胡说，嘿，哦，啊，结果求道了，阮三宝分开来讲嘛，伊面顶就和迄个可能大学生因还是社会人士，啊，老卡。为因这种国小的讲，啊，带来阮川堂遐都有一张弥勒戏白纸啊，那就是弥勒祖师啊，囡仔拢伫巴肚顶白有无？伊就讲啊，拄只迄就是这個，哦，哎，你看，阮佛堂无弥勒祖师像哦，干那楼卡有尔，啊，伊伫楼顶就先讲，哦，讲都是这个，哦，这实在不可思议，哦，我啊，过来继续，迄伫板凳的时阵啊，我就甲王讲师，奇怪啊，因太看有。开始问，这个嘛有，这个嘛有，这个嘛有，六个内底有五个拢讲有看到，啊，剩一个嘛，剩一个无，啊，就板刀板刷啊，板刷，我就带落来，带来就讲，哎、欸，啊，你一定是不恭敬啦，哦，不是你啦，吼、哦，你一定是不恭敬啦，要不然人家其他人都看得到，怎么你看不到？那太你无看到，刚刚你无看到，结果伊讲，谁说的？我有看到，我看到的跟他们都不一样，因为我哪有看到，伊看到跟迄无同款。那、啊、阮就真心想，我问讲，啊，你到底看了啥？因为伊看到的拢对外口落来，拢对外口飞落来。因为伊看的迄个，对佛顶啊，佛顶走出来，伊讲迄佛顶愈来愈大粒，愈来愈大粒，啊，只一粒头对迄凸出来呢。啊，伊讲出来吼，哦，迄、那个作草的，哦，迄、那个作草，嗯、哦，就是我们老师啊，咱济公老师啊，
我讲迄个足臭，啊足臭，老师来咧，伊讲正开始就四界行，四界行，我讲咱这土耳啊，安怎的啦，还是讲心情郁卒的，伊就甲你灌酒啦，甲你创，其实咱拢唔知影，这囡仔讲。伊人讲啊，我就问啊，讲啊，老师手有提啥无？伊讲有，又摕一个亏线，但是迄吼亏线，现在用迄个草稻草啊有无？哦，迄稻啊落拔起来迄种的，啪啪啪做大声。我有去找三宅印证过啊，伊讲确实咱老师的法器是摕迄种，哦，迄蒲扇啊，迄种的啪啪啪迄种的。哦，安尼看起来这囡仔嘛无共骗的，因大家拢有看到。哦，啊，后来我甲王讲师甲讨论一下，讲啊是安怎因看有，啊做因波书还是看无？啊，哦，讲这应该是安怎咧？哦，神佛照着囡仔来甲咱讲，这个道确实是有啦。哦，咱讲有神佛，啊，这几年咱道场慢慢啊仙佛指教有哦，咱都无照巧。但是你讲无照巧，敢真正无神佛？你看慢慢啊应景真济。哦，咱咧有咧讲法会现场图有哦，最近有咧印尼。印尼的道亲画出来，我这确实是哦，咱这个书圣吼、哦、不得了了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后下伫台北，我那搁伫遐做工课，做尾差不多半年，我还未挖一年啦，还未挖一年，因为咱算讲拢做迄种唔是讲做正职的迄种的，唔是全职的迄种工课嘛。按进班迄可能就兼差一礼拜去几工啊，安尼。啊，但是咧。厝内底人可能唔是安尼想，你看咱时代，咱拢会安怎想？啊，这囡仔毕业，还是讲囡仔大学毕业，照你讲，就爱趁钱啊，爱饲家啊。他有人讲，哦，啊去台北啊，拢无提钱回来，啊嘛唔知影你做啥安尼啊。所以因都有淡薄啊反对啊，有淡薄啊反对。啊，反对慢慢啊，就变作压力啊，就讲啊，叫校方一定爱回来咧，彰化这边啊，校方就想讲。安尼嘛好咧，无较早从高中出来，拢无登去算彰化遮，安那无即阵登来彰化遮生存，安尼嘛是会使咧。所以后下呾对台北登来彰化，啊登来彰化的时阵，后下就伫佛堂遮，甲咱老师讲，我就讲啊，老师放心，我登来阮彰化，啊后下即个心嘛是袂提啦，我登来遐适当，遐登来遐生存阮的亲戚朋友，安尼。但是吼，后下你发现吼。真难会甲神父讲这种话，大部分拢是准备要提。上好吼，咱平常吼，卖去甲神父讲哦，我就是一定要做啥，你先去做，再过来讲。你底下讲哦，打包票甲上阿尾啊，迄种立愿不了，无好。你宁可你先去做，做偌济，再过来拄到问题，无法度解决，再过来找老师讲。哦，安尼可能较圆满啦。你卖讲先画，画画诶，甲上阿尾啊，哎呦，诶，贵诶拢安怎，足够讲诶，但是。啊，就还慢做，安尼就无好吼、哦。啊，有下等下中华了后，啊，就开始找工课。啊，拄啊，迄年算咱那以台湾来讲，这项工业是世界第一名，就是脚踏车的工业，哦，自行车啦。这几年当然拢刷过大陆啊，但是有下到八十几年迄遐吼，是咱台湾全世界第一名。哦、啊，所以游客迄个时阵想讲，哇，咱这都做这道应该较有出脱，所以游客就去找这种脚踏车的零件，哇、哦，就做这道。啊，这道当然，伊做利润是真高，但是压力嘛真大，时间做工课时间就真长。所以有的人吼、哦，当然咱无钱去赚钱，当然是好啦，对吧？但是你归心干那想钱就无好，安尼敢无了解？嘿，对吧？你。可能看我呢，迄明明是迄个钞票才有诶面，就变作你，呵呵变作扑克脸啦。那就讲，那无利润诶物件，你拢懒得去的对啊，无报酬诶物件，无都无啥想要去。就是讲，咱诶私心就变作足重诶啦。哇，这种嫉妒心、嗔恨心，我逐项弄出来。啊，所以正开始来道场，等来中华诶时候，有较正开始嘛伫接引道场，但是慢慢啊，咱家己就会有迄种，人讲压价的对啊，家己压价吼，啊，就伫遐。讲啊，佛堂点完书对我有意见啦，啊，我无适合遮啦，咱家己会好，家己找借口，你知？会有借口，你要慢慢啊，全部来接近。啊，来接近，后下就开始拢趁钱啊，早时啊六点出门，甲差不多暗时啊十一点回来，规工咧趁钱就对啊。啊，所以后下我那算退过道，哦，算讲后下捌伫道场真诚心，但是后下慢慢哦，因为着做工课，后下出去。
社会啊呢，虽然讲迄个心啊未断啦，咱嘛是讲道场有代志，我嘛是会断来发挥，可能嘛会断来这一两点钟看者就走啊安尼啊。但是这种的在讲修道办道，我感觉讲未过了。啊，就是讲迄个时阵后学就变作这款的人。啊，你想讲这款的人，其实上天同款慈悲，就讲、是、咱虽然无咧行道场吼，啊，照你讲，过来发生车祸，那遐严重的车祸吼，大部分拢断去啊。拢等下，啊！结果神父感官，因为哦，你较早修道办道安尼，我那有诚心，所以甲你拨转。啊，有哈离开道场差不多无甲三个月，就出车祸，出车祸。啊，迄摆车祸真严重。有哈早时啊，差不多七点半，迄工操七点半出门。啊，七点半出门，我拢行准到迄参花路，迄参花路，我那边遐拢重划过的吼，我那真大条啦，一台车。会使行，但是两台要小心就较麻烦。哦，一台车会使行，啊，我拢行迄个水板，阮遐有一条水沟叫十三宝圳，我、经过十三个庄吼，我就行迄条圳沟边的路。啊，阮遐有一个水板较悬，差不多20公尺悬。啊，后下啊，多摆对面顶撸落嘛，撸加撸落，撸落啊，当撸落对面嘛有一个少年囡仔，伊要安怎要爬起来，所以伊油门我那安怎吹个。甲吹甲紧绷，啊，两只怎烧融？哦，两只阿多巴对阿多巴安尼烧融，融落，后下人甲阿多巴怎正手柄这条水沟就安尼甲融落，融落人就摔落水沟内底去，摔落安尼规个人就戆醒去啊！啊，戆醒去，他过应该是他几秒钟啊，尔啦，吼，无足久个，后下就搁精神啊，搁精神，我徛伫迄个路中，路中就看到迄个囡仔，甲后下融迄个囡仔，我就足紧张个。看伊啊，多摆啊徛啊，都吹来吹来吹来，啊，都紧走起啊！哦，肇事逃逸了吼，啊，过来又发到看，哎呀，伊太遐紧张，过来再看，哎，水沟内底，我才看到水沟内底有一只阿多摆啊，啊阿多摆啊嘞，阿多摆佫缀一个人，迄、那个人吼，迄、那個、上半身啊，藏伫水内底，哦，倒叉就对啊啦，啊，两只脚伫水面顶，倒叉叉伫水内底。哎呦！看到伊安尼，我就讲哇！啊，这个安尼胖要死去啊，紧来甲救！啊，要来救的时候，才发现讲，哎、欸，啊，这只阿多巴就我的咧，啊，这个就我咧，哈哈！那才发现着讲，家己就是伫水内底迄个人。啊，这什么意思？灵魂出窍啊！哦，这算客气啦，迄叫做要过身哦，要过身这才出来，这不是讲要灵魂出窍，加厉害个。那是讲要过身才走出来，不是讲灵魂出窍。那灵魂出窍这阵就用出来啊。那要安尼，我这阵就用出来，不是。那是讲要过身啊。哦，那从鬼口开安尼有啊，所以灵性先出来。咱家唔知捌看过人过身无？过身之前不是咱喘者喘者喘者，那大部分都是灵性先出来。哦，灵魂已经出来。啊，后下迄个时候看到家己伫遐，我才了解讲啊，拄正出车祸，我这阵要离开这个世界啊。我、哦、后摆咱拢有这个机会，看到这种的，嘿，就是讲看到家己听啊，做歪起来，甲话歪起来，啊，你就知影讲我要走啊，哦，啊，所以唔只爱修道，爱办道，咱这种修道办道，互咱了解讲，哦，咱人走去了后，还阁有一个世界伫咧，哦，这点后学这阵就是，是安怎今日点万书会摆后学来，上主要嘛是甲过一阵人讲这个，就讲唔是讲死了后，什么拢无啦，啊，后学死过一摆，所以我甲你讲死了后阁真济。哎、欸，阁有啦，阁有吼、哦。啊，后下就看到安尼啊，我就迄、那个等一下，迄、那个时阵吼，迄、哦、有一种美术，咱即阵录放影机同款安尼，一直放，一直放。哎、啊，画面就一个一个一直来，一直来。啊，第一个画面是啥呢？后下伫台北，我已经佛堂，我要回来的时阵，甲老师甲神父讲的话，我要回来阮兜遮设佛堂，我要回来遮度阮遮众生。后下的第一个就是愿啦、啊，愿啦、啊，愿力啊，所以。有当时啊，确实是安尼。咱若拄到足危急的时候，就是看你的业力较大，还是你的愿力较大。你的愿力较大，你就继续安怎？继续了愿呐。啊，你若业力较大嘞，你就还债啊，你就可能就一命呜呼啊，就归心去啊。啊，所以咱有修道无修道，确实有差伫遮啦。有的人破病病较真重，但是嘞，伊就妄行妄行，行到啥物啊？行煞，赶快生软如棉啊！这嘛是一种情形。啊，有的嘞。你说破病出车祸该死安怎？无死有哦，这种的就是啊，像后学者就是，因为伫道场有咧修有咧行，
拄到的时阵，神父帮咱拨转一下，安尼啦，都无遐严重。啊，有啊，就想讲啊，安尼这条弯我未了，啊，我若转去，我嘛是这条弯无了，我嘛是爱阁落来啊。安尼假使讲我这阵卖转去，我对只看有哈机会了弯无？我安尼想吼，咱求道求道的时阵啊，咱求道在座哪有人无求道？我这阵讲的你都唔知影，所以哪有法度等下才来求道？因为这件代志只有求道，只有点传书才会用来做，就是讲求道，咱点传书甲咱点的这点玄关窍，后下个灵性对倒位入来呢？对这点入来，入来辛苦哦，对外口哦，安怎个雄雄？人讲灵魂安怎会飞天，会唱水过啊？会遁地，哎，确实，后下个怎灵性呢？落水入来辛苦，入来辛苦了，真疼，辛苦足疼啊！因为迄弄着阿妈滚啊，所以辛苦足疼，后下就想要爬起来，因为藏伫水内底啊，想要爬起来，一出力，这个灵魂搁走出来，咱家捌做过迄个生菜沙拉无？啊，生菜沙拉，咱煮个沙拉毋是在沙拉甲加一空啊，怎安尼煮落有无？沙拉就走出来。后下迄个时阵，就有这种感觉，我一出力袂输迄个人，就好煎出来，我飞出来，安尼了解吧？哦，就是讲咱迄个灵魂怎对咱求道这点走出来，走出来后下就讲我不爱啊，我出来就死去啊，我要搁回来啊，搁入来。入来，搁试看卖，搁出力，搁走出来。电工这个辛苦吼，膝盖要差不多去啊，无法度站立啦。哎，所以后下怎搁入来？入来了，我唔敢出力啦。你出力就搁走出来啊，所以我就不爱出力，我就用想的，想讲我要站起来，我要站起来，我要活下去。正讲那是讲被活不爱活的时阵，差别就是差的啥？叫做意志力啊，意志力，迄种意志力被活起来，迄个意志力，后下就。我一定要挖起来，我一定要站起来。啊，讲嘛奇怪，安尼竟然嘛是有效呢。后下怎举起来，看到迄个光，就是头了啊，举叮当了对啊。我怎有看到迄水的光啊？啊，看到光了后，啊，阿妈滚足疼的啊，我规个人就搁晕去啊，搁昏去啊。啊，昏去差不多过30分钟，我那接啊，离我出车祸的所在有2公里远啊。我那接要出门，啊，伊怎对引导出来，怎看到讲，啊，他有一个少年囡，趴伫阿多巴面顶，哎，阿多巴噗，甲引导怎停落？停落，我那即下就想讲，哇，啊，这是安怎不良少年，甲人相拍，紧要去报警察啦！我那即马出来则讲啊，啊，这都啊，这个因后生啊，嘿，则紧甲后学再去病院。啊，后学去病院了后，就报警察啦，因为迄伤较足严重啊，可能会过身嘛，所以。就先报警啊！警察就先去找讲肇事地点啊，对阮阿姐个引导开始找等于啊，找到现场，伊就讲啊，这哦，家己徛伤紧，弄电火条啊，哦，那个警察来守法啦。啊，结果因就讲啊，那弄电火条是安怎？他有2条刹车痕迹，啊，过来嘞，涂骹全部拢碎片，系啊，啊，过来水沟啊内底嘞，装油甲火，哦，可见这是安怎有出车祸的。啊，警察讲啊，安尼。啊，多摆啊是安怎？他会对水沟啊，搁走起来路中，啊，搁对路中搁徛2公里，去看阿姐引导。啊，这就是讲，咱若要讲叫做显化啦。嗯，就是讲，有遐感觉讲，哦，神父确实有大力士的先佛，哦，就是讲神父有人有足有力的神父，哦，伫帮甲咱帮助。咱修道办道吼，确实这神父有滴庇佑啦，有遐个感觉吼。哦啊，迄这种辟谣，唔是讲哦，你有行道场才有哦。迄是讲你这个人呐，修道哦，有求过道，基本上神父就甲你肯定就对啊。哦，仙佛就甲你庇佑。啊，后下断医了，阮爸爸想讲啊，这阿多拜啊，都要搁会徛啊，无来甲牵来修理。要牵去修理的时候呢，头前链啊，卡掉啊，发袂起来，无当紧。要牵袂行，迄规个链啊，了弯卡掉。啊，奇怪呢！迄个时阵，佫有敢徛2公里呢，嗯，所以有阵时候，若要讲这吼，要讲红信，我拢讲，这有阵时候要讲红灵信就歹，因为吼，我家己都唔信，我都唔信，因为后来我再去看，我透可能这阿多麦对这水沟佫飞起来，路中佫对路中塞2公里去弯道，但是事实就是安尼啊，事实就是安尼啊，连那警察都唔相信，但是伊嘛只好安尼写，嘿啊。写肇事逃逸，所以有黑这阵是暗底的呢，我有暗底的，啊，未消案哦，
哎呀，迄哪讲参买还是报道遐有发生车祸，还是抓到迄种等一下飙车族还是超速的，有阵时啊都会找药去看卖啊是不是？哎呀，啊，但是这要安怎应证？这就是讲基连公啊，开始天恩师德了。过、啊、来就送去病院，其实这大家药客拢昏去啊，我拢唔知道发生啥代志。啊，伫病院的时阵，药客有一个我第一个画面，醒来的第一个画面是啥呢？都系医生啊，医生。拿一支眼啊呢，全夹出来，啊，直接咧动手术，啊，扭出来，啊，后下都痛到精神，精神看到医生夹出来，迄唔知咧说啥，过来就讲，范生你醒了，再忍一口气，啊，怎过去？吼，过来咧动手术啦，啊，后下可怜啊，我底下安尼拽安尼拽，对啊吊安尼，啊，痛痛到像啊，不要动袂掉，过安怎？过昏去，啊，无就吐白泡污啊，过昏去，夹到嘴个规个嘴即拢流歪歪安尼啊。算讲处理几点啊，真痛苦，哦。好啊，就底下急救啊，才救到十二点，哦，十二点。有啊，这是时间拢用按，哦，用按的尔。我其实我唔知影时间啦，但是应该差不多啦，因为你着看，才中昼因休困，哦，哎，电话测暗可能是差不多中昼。啊，中昼手术了，啊，伊迄个医生就讲啊，范生，哦，你这算不幸的大幸啦。用你这空嘴对倒弄入面，有块空嘴对后边只，对只插入，啊对头前只插出来，都要还的对啦，安尼了解啦吼，还的安尼切出来，啊切出来，迄个时阵空嘴偌大嘞，啊比咱这个背啊较大啩，嘿，空嘴这个规个怎啊狠狠一平安尼无去就对啦，哦大家你去想看嘛这，哦偌恐怖的对啊，嘿，真恐怖安尼，啊过来。迄医生就讲吼，你这有颈动脉、有气管、有颈静脉，讲你这好加载。你的气管动脉无断，你断静脉。但是伊讲你这嘛足奇怪，他有人讲这边无断，啊内底做断。那那是不是无合理？你若安尼切出来对不？他有可能讲这无断，啊后边也断。啊，事实都是断这条。哦，啊但是虽然这阿妈棍这大家这气管无断吼，但是后下拢无法度讲话。我呼吸这拢会漏风会痛，所以这嘛拢有受伤足严重的。啊，医生讲，你那是这动脉断吼，你落落水过三十分钟，你再上来，这头脑可能拢脑筋拢害去啊。讲你那是断气管，你过落落水内底都啊喏窒息有啊，哎呀，马上就窒息，你嘛晕死。你拄好带去，这个静脉断啊，静脉会滴流会较慢，吼愈流愈慢，所以讲。你来病院的时阵啊，血压量无啊，量血压量无呢，哎，输血拍袂入去啊。你唔是讲咱急救拢爱输血有啊？迄血拍袂入去，结果伊安怎拍？讲你只拄啊断一支，伫只拄啊对一支直接接入，哦，对静脉直接接入去就对啊，接入去输血啦，安尼啊，啊才救起来。哦，所以有哈感觉讲，你就算讲出车祸嘛是车祸甲拄拄啊好安尼，那天恩师德啦。啊，过来，医生怎讲？伊讲，你这伫我家吼，爱观察三天，我才敢甲你听，因为惊讲清无清气。我讲落来搞啊，你这拢沙啊啥拢伫内底。用我只爱清三天，我才敢甲你手术。伊讲，啊，你若要较紧呢，你就转去较大间咧。啊，所以迄暗，我爸爸就伫遐想讲，这应该是一间病院安怎，技术无够。你若技术够，当然你清伤一定紧天甲对啊。他有讲青伤，搁等三天会死未死？接过来决定讲要天歪天，安尼就无合理啊！所以去暗就转，转过彰化秀团去秀团病院。啊，秀团病院去暗去就暗啊暗啊！医生怎讲啊啊？今日伤暗啊，咱手术房无位吼，啊无你明仔再动手术。啊，今日先做检查，伊就规个检查哦，电光啦、X 光啦，哦啊超音波啥拢定做就对。啊，定做伊迄度。像照电工是不是啊？安尼搬过喎，规个人爱换温床啊。因搬的时阵啊，脚手先看嘛，甲阿妈棍拢会记得搬，但是后边头袂记得搬。叫怎扭起来吼？有下这个头啊，怎落落？规个落落，爱血怎就给流落？流落有下就袂输啥呢？袂输咱即阵在安尼怎雄雄禁电去？你着啊，电火雄雄失电安尼啊，无法度想，无法度讲，无法度呼吸，总停，哎、欸，拢无感觉去。哎、啊，护士，紧甲这个头安尼压起来，压起来，啊，就马上搁转来。哎、欸，会用想，会用呼吸。但是咧，有一个
规个头壳拢花，我感觉我规个嘴啦、鼻孔啦，还是咧目睭感觉。啊，电文书各位真大家好，大家请坐。啊，不敢当。好、哦，啊，咱拄讲第一节课，安尼讲的速度敢会伤紧？没吼。哦，好。啊，过来休学哦，讲第二节课吼。哦啊，对金门回来了后，后学就去，算正开始嘛，回去台北。你台北办桌，啊，迄个时阵，阮有一个王讲师，伊咧开安亲班，啊，后学去遐斗三工。斗三工有一摆吼，阮就带迄个国校啊，三年，一年嘛有啦，一年三年，吼，拢总有六个学生，伊就讲要求桌，吼，啊，甲因讲，阮就讲啊。马仔爱穿整齐服装啊、哦，请学校制服，咱来求道啊、哦，大家乖乖。哎，学生，大家生完了讲心笑，伊就问啊，讲老师啊，求道是要拜什么？我就讲拜仙佛啊。他就开始问啊，仙佛长什么样子？哇，哦，仙佛长什么样子？其实咱讲的仙佛长什么样子，拢是咱想出来的。哦，正爱仙佛生出啥款，咱唔捌看过嘛，对不？咱看无。所以迄个时阵想讲，哇，这囡仔太安尼，哇，这个手、口齿这样尼啊伶俐着安尼吼，啊就讲啊，只要你吼马仔乖乖的，你就会看到仙佛啊，哦，安尼就会看到仙佛好。啊，过天刚因就讲好，安尼我要来看仙佛，啊就六个就来佛堂吼，啊因为囡仔嘛，所以就无开示道义，就直接请单，啊请单点文书，迄、那个请坛词啊一念落吼。啊，念落了后，迄内底啊，因六个原本徛好啊，真整齐啊。内底其中有一个就讲：“啊，老师，紧走哦，佛堂有鬼哦！”哇，听出来哇，一个出来，大家就拢走出来啊，拢哇，紧走，紧走，哇，走出来，走出来后，甲王讲师约出来啊。王讲师约到了，讲胡说啊，佛堂怎么会有鬼？佛堂太有鬼！用哇，老师，你敢无看到？哦，迄一个鬼啊，把。几手几啊百粒目睭的跪伫迄佛道面顶，各位真人，恁想这是啥物？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，咱请单一请落，伊就看到，迄囡仔看到了，阮其他拢戆戆，但是迄内底，我讲啊，这个就是仙佛啦，进来进来，但是我甲王讲师的底下讲，这胖来乱的款，一个囡仔无乖安尼啦吼，无乖，啊，过来。咱请坛了，就爱跪读深情喎，啊，就跪落来，啊，就开始，哦，啊，就跪在三，什么？明明上帝莲下，又升起三奇音韵，弥勒古佛，迄六个另外一个，唔是拄正讲迄个哦，另外一个，伊就向比诶，比佛道讲，诶，肥猪肥猪肥猪坐伫佛道面顶，哈哈哈哈，因为，嘿啊，哦，我就胡说胡说，嘿，哦。啊，结果求道了，阮三宝分开来讲嘛，也面顶的和迄个可能大学生因还是社会人士，啊，老卡为因这种国小的讲，啊，传来阮川堂遐都有一张弥勒戏白纸啊，那就是弥勒祖师啊，囡仔拢伫巴肚顶爬有无？伊就讲啊，拄只迄就是这個，哦，你看，阮佛堂无弥勒祖师像哦，干那老卡有尔。啊！伊伫楼顶就先讲，哦，讲都是这个，哦，这实在不可思议，哦，我啊，过来继续，迄伫板凳的时阵啊，我就甲王讲师，诶，奇怪啊，因太看有，我就开始问，这个嘛有，这个嘛有，这个嘛有，六个内底有五个拢讲伊有看到，啊，剩一个嘛，剩一个无，啊，就板凳板刷啊，板刷，我就抓落来，抓来就讲，诶，啊，你一定是不恭敬啦，哦，唔是你啦，吼，你一定是不恭敬啦。要不然人家其他人都看得到，怎么你看不到？那太你无看到，刚刚你无看到。结果伊讲，谁说的？我有看到，我看到的跟他们都不一样。伊我哪有看到？伊看到跟迄无同款。那阮就真心想问讲，啊，你到底看到啥？因为伊看到的拢对外口落来，拢对外口飞落来。因为伊看的迄、那个，对佛顶啊，佛顶照出来。伊讲迄佛顶愈来愈大，愈愈来愈大，愈而且一粒头对迄凸出来呢。啊，伊讲出来吼，哦，迄、那个作草诶，哦，迄、那个作草，嗯、就是我们老师啊，咱济公老师啊，讲迄个作草，哈、哦，啊，作草老师来咧，伊讲正开始就四界行，
四个行，讲咱这土耳啊，安怎的啦，还是讲心情郁卒的，伊就甲你灌酒啦，甲你创。其实咱拢唔知影，这囡仔讲，囡仔讲啊，我就问啊，讲啊，老师手有提啥无？伊讲有，又揢一个亏线，但是迄吼亏线，现在用迄个草稻草啊有无？哦，迄稻啊落拔起来迄种啊，啪啪啪做大声。欸，我有去找三宅印证过，伊讲确实咱老师的法器是揢迄种。哦，迄蒲扇啊，迄种诶，啪啪啪，迄种啊，哦，安尼看起来，这囡仔嘛无共骗嘞，哎呀，因大家拢有看到，哦，啊，后来我甲王讲师甲讨论一下，讲啊是安怎因看有，啊做音波书还是看无，啊，哦，讲这应该是安怎嘞，哦，神佛照着囡仔来甲咱讲，这个道确实是有啦，哦，咱讲有神佛，啊，这几年咱道场慢慢啊仙佛指教有哦，咱都无照跳。但是你讲无照巧，敢真正无神佛？你看慢慢啊，应景真济哦。咱咧有咧讲法会现场图哦，最近有咧印尼的道亲画出来哦。哦，这确实是哦，咱这个殊胜哦，不得了了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后下伫台北，我那搁伫遐做工课，做尾差不多半年，我还未挖一年啦。还未挖一年，因为咱算讲拢做迄种唔是工作正职的迄种诶，唔是全职的迄种工课嘛。按进班迄可能就兼差一礼拜去几工啊，安尼。啊，但是咧，厝内底人可能唔是安尼想。你看咱时代，咱拢会安怎想？啊，这囡仔毕业，还是讲囡仔大学毕业，照你讲就爱趁钱啊，爱饲家啊。啊，他有闲讲，哦啊，去台北啊，拢无提钱回来，啊嘛唔知影你做啥安尼啊。所以因都有淡薄啊反对啊，有淡薄啊反对。啊，反对慢慢啊就变作压力啊，就讲啊叫校校一定爱回来咧，中华这边啊校校就想讲，安尼嘛好咧，无较早自高中出来，拢无回去算中华遮，安那无即阵回来中华遮生存，安尼嘛是会使咧。所以校校呐对台北回来中华，啊回来中华的时阵，校校就伫佛堂遮甲咱老师。讲我就讲啊，老师放心，我等下阮中华啊，有下这个心嘛是袂退啦。我等下遐适当，现在等下遐先问阮的亲戚朋友，安尼。但是吼，有下你发现吼，真来会甲神父讲这种话，大部分拢是准备要退。上好吼，咱平常吼，卖去甲神父讲哦，我就是一定要做啥，你先去做，再过来讲。嗯，你底下讲哦，打包票，甲上下尾啊，迄种立愿不了，无好。哦，你宁可你先去做，做偌济，再过来拄到问题无法度解决，再过来找老师讲。哦，安尼可能较圆满啦。你卖讲先画，画画诶，甲想要要，哎呦，规个拢安怎，足够讲诶，但是啊，就慢慢做，安尼就无好哦。哎呦，啊，等来中华了，啊，就开始找工课。啊，拄啊，迄年算咱拿以台湾来讲，这项工业是世界第一名。就是脚踏车的工业，哦，自行车啦。这几年当然拢刷过大陆啊，但是后下到八十几年，遐吼是咱台湾全世界第一名，哦啊，所以后下迄个时候想讲，哇，咱这都做这道应该够出脱，所以后下就去找这种脚踏车的零件，哇，就做这道。啊，这道当然，一做利润是真高，但是压力嘛真大，时间做工课。时间就真长，所以有的人吼，当然咱无钱去赚钱，当然是好啦，对吧？但是你若归心干那想钱就无好，嗯，安尼敢无了解？嗯，对吧？你互人看哇，那明明是迄个钞票才有的面，就变作你呵呵变作扑克脸啦。那就讲，那无利润的物件，你拢懒得去的，对吧？无报酬的物件，无都无啥想要去，就是讲咱的私心就变作足重的啦。哇！这种嫉妒心、嗔恨心，哦，逐项弄出来。啊，所以正开始来道场，转来中华的时候，后下正开始嘛在接引道场。但是慢慢啊，咱家己就会有一种，人讲压格的对，家己压格吼，就伫遐讲啊，佛堂点文书对我有意见啦，啊，我无适合遮啦。咱家己会靠家己找借口，你知道？会有借口，你就慢慢啊，全部来接引。啊，来接引后下就开始拢趁钱啊，早时啊六点出门，甲差不多。暗时啊，十一点回来，规工咧趁钱就对啊。啊，所以后下我那算退过道，哦，算讲后下捌伫道场真诚心，但是后下慢慢哦，因为着做工过，后下出去社会啊呢，虽然讲迄个心啊未断啦，
咱嘛是讲道场有代志，我嘛是会回来啊，发挥可能嘛会回来这一两点钟看一下就走啊，安尼啊。但是这种的在讲修道办道，我感觉讲袂过了。啊，就是讲迄个时阵，有法就变作这款的人。啊，你想讲这款的人，其实上天同款慈悲。就是讲咱虽然无咧行道场吼，啊，照你讲，过来发生车祸，那遐严重的车祸吼，大部分拢登去啊，拢登去啊。啊，结果神父同款，因为哦，你较早修道办道安尼，我那有诚心，所以甲你保全。啊，有遐离开道场差不多无甲三个月，就出车祸。出车祸，啊！迄摆车祸真严重。有法早时啊，差不多七点半，迄工操七点半出门，啊！七点半出门，我拢行准到迄参花路，迄参花路，阮那边遐拢重划过的吼，我那真大条啦。一台车会使行，但是两台要小心就较麻烦。一台车会使行，啊！我拢行迄个水板，阮遐有一条水沟叫十三宝圳，我经过十三个庄吼，我就行迄条。圳沟边的路，啊，阮遐有一个水板较悬，差不多20公尺悬。啊，后下阿多摆对面顶撸落嘛，撸加撸落，撸落啊，当撸落对面嘛有一个少年囡仔，伊要安怎要爬起来，所以伊油门安怎吹个，甲吹个紧绷，啊，两只怎烧落？哦，两只阿多摆对阿多摆安尼烧落，弄落，后下人甲阿多摆怎正手边这条水沟就安尼个弄落，弄落人就摔落水沟内底去。摔落安尼，规个人就戆醒去啊！啊，戆醒去，他过应该是他几秒钟啊，尔啦，吼，无足久个，又发了个精神啊！个精神，我徛伫迄个路中，路中就看到迄个囡仔，甲又发浪，迄个囡仔，我就足紧张个，就牵伊啊，都摆徛啊，就吹来吹来吹来，啊，就紧走起啊！哦，肇事逃逸啦，吼，啊，过来又发了看，哎呀，伊太遐紧张，个在看，哎，水沟内底。我才看到水沟内底有一只阿多麦啊，阿多麦啊嘞，阿多麦佫缀一个人，迄个人吼，迄上半身啊，撑伫水内底，哦，倒叉就对啊啦，啊，两只脚伫水面顶，倒叉叉伫水内底。啊，有啊，看到伊呢，我就讲，哇，啊，这个安尼胖要死去啊，紧来甲救。啊，要来救的时候，才发现讲，哎，啊，这只阿多麦就我的嘞，啊，这个就我嘞，哈哈。那才发现着讲，家己就是伫水内底迄个人，啊，这什么意思？灵魂出窍，哦，这算客气啦，迄叫做要过身哦，要过身才才出来，这不是讲要灵魂出窍，加厉害个，迄是讲要过身才走出来，不是讲灵魂出窍，那灵魂出窍这阵就用出来啊，那要安尼我这阵就用出来，不是，迄是讲要过身，哦，从鬼口开安尼有啊，所以灵性先出来。咱遮毋知捌看过人过身无？过身真正毋是咱喘者喘者喘者，迄大部分都是灵性先出来，哦，灵魂已经出来了。啊，后下迄个时阵看到家己伫遐，我才了解讲啊，拄正出车祸，我即阵要离开这个世界啊。哦，后摆咱若有这个机会会看到这种诶，就讲看到家己疼啊，做歪起来，甲花歪起来，啊，你就知影讲我要走啊。哦，啊，所以毋只爱修道爱办道，咱即种修道办道，互咱了解讲哦，咱人。走去了后，还阁有一个世界伫咧。哦，这点后学即阵就是是安怎今日点万书会摆后学来，上主要嘛是甲过以前来讲一个，是讲唔是讲死了后虾米拢无啦？啊，后学死过一摆，所以我甲你讲死了后阁真济，哎，阁有啦，阁有吼、哦。啊，后学就看到安尼啊，我就迄、那个等一下，迄、那个时阵吼，迄、哦、有一种美术咱即阵录放影机同款安尼一直放，一直放，哎，画面就一个一个一直来，一直来。啊，第一个画面是啥呢？后下伫台北，阮已经佛堂，我要回来的时阵，甲老师甲神父讲的话，我要回来阮兜遮设佛堂，我要回来遮度阮遮的众生。后下的第一个就是愿嘛，愿嘛，愿力啊。所以有当时啊，确实是安尼。咱若拄到足危急的时阵，就是看你的业力较大，还是你的愿力较大。你的愿力较大，你就继续安怎？继续了愿呐。啊，你若业力较大嘞，你就。还债啊，你就可能就一命呜呼啊，就过身去啊。所以，咱有修道无修道，确实有差差伫遮啦。有的人破病病甲真重，但是咧，伊就妄行妄行，行到想要啥行煞，同款身软如棉啊。这嘛是一种情形。啊，有的咧，伊说破病出车祸该死安怎？无死有哦，这种个就是啊，像后学者就是，因为伫道场有咧修有咧行，拄到个时阵，神父帮咱拨转一下安尼啦。
都无遐严重。哎呦啊，就想讲啊，安尼这条弯我未了，啊，我若转去，我嘛是这条弯无了，我嘛是爱阁落来啊。安尼假使讲我即阵卖转去，我对遮看有哈机会了弯无？我安尼想吼，咱求道求道的时阵啊，咱求道在座哪有人无求道？我即阵讲的你都唔知影，所以哪有法度等下才来求道？因为这件代志只有求道，只有点传书才会用来做。就是讲求道，咱点传书甲咱点的这点玄关窍，后下个灵性对倒位入来呢？对这点入来，入来玄窟哦，对外口哦，安怎个雄雄？人讲灵魂安怎会飞天、会畅水过啊？会遁地？哎，确实。有法该怎灵性呢？落水入来胸口，入来胸口了，真疼，胸口足疼啊！因为迄弄着阿妈棍啊，所以胸口足疼。有法就想要爬起来，因为藏伫水内底啊，想要爬起来，一出力，这个灵魂搁走出来。咱只捌做过迄个生菜沙拉无？啊，生菜沙拉，咱煮个沙拉，毋是在沙拉甲加一空啊，怎安尼煮落有无？沙拉就走出来。有迄个时阵，就有这种感觉。我一出来，未输迄个人，就他妈好生出来，那飞出来，安尼了解吧？哦，就是讲，咱迄个灵魂怎对咱求道这点走出来，走出来以后，就讲我不爱啊，我出来就死去啊，我要搁回来啊，搁入来，搁试看卖，搁出来，搁走出来。等于讲，这个身躯吼，死到要差不多去啊，无法度再力啦。哎，所以有遐怎搁入来了，我唔敢出来啦。你出来就搁走出来啊，所以我就不爱出来，我就用想的。是讲我要站起来，我要活下去。正讲那是讲要活不爱活的时阵，差别就是差在啥？叫做意志力啊，意志力，迄种意志力，要活起来，迄个意志力，有法个，我一定要活起来，我一定要徛起来。啊，讲嘛奇怪，安尼竟然嘛是有效呢。有法说压起来，看到迄个光，就是头颅啊压叮当了对啊。我怎有看到迄水的光啊？啊，看到光了后，啊阿妈棍足疼啊！我整个人就又晕去了，又晕去了，晕去差不多过30分钟，我如果这个离我出车祸的地方有2公里远啊，我如果这个要出门，他怎么对他们家出来，怎么看到说，诶，他有一个少年人拍在阿多巴的面上，阿多巴的噗，跟他们家怎么停下来，我如果这个就想说，哇，这是怎么，不良少年跟人相拍，紧要去报警察啦，我如果现在出来才说，这就啊，接个因后生啊，才紧甲后学再去病院。啊，后学去病院了后，就报警察啦，因为迄伤较足严重啊，可能会过身嘛，所以就先报警。啊，警察就先去找讲肇事地点啦，对关啊，接个因头开始找等于啊，啊，找到现场，伊就讲啊，这哦，家己徛伤紧，弄电火条啊，哦，那个警察来守法啦。啊，结果。因就讲，啊，那弄电火条是安怎？他有2条刹车痕迹，啊，过来嘞，涂骹全部拢碎片，系啊，啊，过来水沟啊内底嘞，装油甲灰，哦，可见这是安怎？有出车祸的。啊，警察讲，啊，安尼，啊，多摆啊是安怎？他对水沟啊，佮走起来路中，啊，佮对路中佮徛2公里，去看哪只引导。啊，这就是讲，咱若要讲叫做显化啦，就是讲。有法感觉讲，哦，神父确实有大力士的先佛，吼、哦，就是讲神父有人有足有力的神父，吼、哦，伫别个甲咱帮助，咱修道办道吼，确实这神父有滴庇佑啦，有法个感觉吼、哦。啊，迄这种庇佑唔是讲哦，你有行道场才有哦，迄是讲你这个人呐，修道哦，有求过道，基本上神父就甲你肯定就对啊，哦，先佛就甲你庇佑。啊，有法断言了，阮爸爸想讲啊，这阿多拜啊。都要搁会徛，啊，无来甲牵来修理。要牵去修理的时候呢，头前链啊，卡掉的啊，发袂起来，无当紧。要牵袂行，迄几个链啊，了弯卡掉的。啊，奇怪呢，迄个时阵搁有通徛2公里呢。所以有阵时候若要讲这吼、個，要讲红信，我拢讲，这有阵时候要讲红灵信就歹，因为吼、喔，我家己都唔信，我都唔信，因为后来我再去看，我透可能这阿东哎对。这水沟搁飞起来，路中搁对路中塞2公里去弯道，但是事实就是安尼啊，事实就是安尼啊，连那警察都唔相信，但是伊嘛只好安尼写，嘿啊，写肇事逃逸，所以有法即阵是案底的呢，我有案底的，啊未销案，嘿啊，迄哪讲参尾也是报道遐有发生车祸，
还是抓到那种等一下飙车族还是超速的，有时候就会找药去看看是不是啊，但是这要怎么应证，这就是说基连说啊，开始天恩师德了、啊、再来就送去病院，其实这大家的药法都昏去了，我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。在病院的时候，药法有一个我第一个画面，醒来的第一个画面是什么呢？就在医生啊，医生拿一支眼啊呢全捏出来啊，直接在动手术啊，扭出来啊，药法都痛到精神，精神看到医生捏出来，那不知道在洗什么，再来就说范先生你醒了，再忍一口气啊，怎么过去了再在动手术啊，药法可怜啊，我在那样抓，那样抓对那样抓啊，痛痛到什么，不要动不掉又怎么又昏去啊，不然吐白泡啊，又昏去咬到嘴的整个嘴这都流到歪歪的那样，算说处理几点啊，真痛苦哦、好啊，就在那急救啊，才救到12点哦，12点有法，这是时间都用按、哦、用按的而已，我其实我不知道时间啊，但是应该差不多啦，因为你就看差不多中昼因休困哦，哎，电话测暗可能是差不多中昼啊，中昼手术了啊，伊迄个医生就讲啊，范先生哦，你这算不幸的大幸啊，用你这空嘴对倒弄入面，有法个空嘴对后壁只，对只插入，啊对头前只插出来，拄好换眼就对啦，安尼了解啦吼，换眼安尼切出来，啊切出来，迄个时阵空嘴偌大咧，啊比咱这个背啊较大挂，嘿，空嘴这个规个怎啊狠狠一平安尼无去就对啦，哦大家你去想看卖这個，哦偌恐怖的对啊。嗯，真恐怖安尼。啊，过来，迄医生就讲吼，你这有颈动脉、有气管、有颈静脉，讲你这好加载。你的气管动脉无断，你断静脉。但是伊讲你这嘛足奇怪，他有人讲这边无断，啊内底煞断。咱安尼是毋是无合理？你若安尼切出来对不？他有可能讲这无断，啊后壁会断。啊，事实都是断这条。哦，啊，但是虽然这阿妈棍。即大家即气管无断吼，但是后下拢无法度讲话。我呼吸即拢会漏风会痛，所以即嘛拢有受伤足严重诶。啊，医生讲，你若是即动脉断吼，你落落水过30分钟，你即上来即头脑可能拢脑筋拢害去啊。讲你若是断气管，你过落落水内底拄安怎窒息有无？哎呀，马上就窒息，你嘛晕死。你拄好倒来去，即、这个静脉断啊，静脉会。你老会较慢，吼、哦，愈老愈慢，所以讲，你来病院的时阵啊，血压量无啊，量血压量无呢，哎，输血拍袂入去啊，你唔是讲咱急救拢爱输血有啊，迄血拍袂入去，结果伊安怎拍？讲你只拄啊断一支，伫只拄啊对一支直接接入，哦，对静脉直接接入去就对啊，接入去输血啦，安尼啊，啊才救起来，哦，所以有较感觉讲，你。就算说出车祸也是车祸跟嘟嘟好这样那天恩师德啦、啊、再来医生怎么说，他说你这在我这里、要观察3天我才敢跟你听，因为怕说穿不清气，他说落在狗你这都刷什么都在里面，他说我这要穿3天我才敢跟你手术，他说、啊、你如果要较紧的你就转去到大间、啊、所以那晚我爸爸就在那想说这应该是这间病院啊，技术无够。哦，你若技术够，当然你青伤一定紧填才对啊。他有讲青伤搁等3天会死未死，接过来决定讲要填歪填，安尼就无合理啊。所以去暗就转过彰化秀团去秀团病院。啊，秀团病院去暗去就暗啊暗啊，医生怎讲啊？今日伤暗啊，咱手术房无位吼，啊无你明仔载才动手术。啊，今日先做检查，伊就规个检查哦，电工啦、X 光啦，哦啊，超音波啥拢定做得着。啊，定做伊迄个像照电工是毋是啊？安尼搬过有无？规个人爱换温层啊。因搬的时阵啊，脚手现卡嘛，甲阿妈棍拢会记咧搬，但是后壁头袂记咧摸。叫怎扭起来吼？有法即个头啊，怎落来？规个落来，爱血怎自己会流落来？老来血压就未输啥呢？未输咱即阵在安尼怎向向禁电去？你着啊，电话向向失电安尼啊，无法度想，无法度讲，无法度呼吸，总停，哎、欸，拢无感觉去。啊，护士紧甲即个头安尼压起来，压起来，啊，就马上阁转来，哎、欸，会用想，会用呼吸。但是咧，有一个规个头壳拢血，我感觉我规个嘴啦、鼻腔啦，
还是咱目睭感觉，像照电光是不是？安尼搬过喎，过人爱换温床啊。因搬的时阵啊，脚手现看嘛，甲阿妈棍拢会记得搬，但是后壁头袂记得搬。叫怎扭起来吼？有黑这个头啊，怎落落？规个落落，爱火怎做个流落？流落，有黑就袂输啥呢？袂输咱即阵在安尼怎雄雄禁电去？你着啊，电火雄雄失电安尼啊，无法度想，无法度讲，无法度呼吸，总停，哎、欸，拢无感觉去。爱护士紧甲这个头安尼压起来，压起来，啊，就马上阁转来，哎、欸，会用想，会用呼吸，呵呵但是嘞，有一个规个头壳拢火。我感觉我规个嘴啦、鼻腔啦，还是咧目睭感觉啦，规个拢花吼，拢花。啊，所以第一工真可怜嘞，第一工就足可怜啦。啊，第二暗啊，第二工就拜六啊，拜六想讲早时啊，就要动手术，叫做来的是一个迄、那个足少年穿牛仔裤的医生。啊，这是啥物？叫做实习医生哦，实习医生。啊，伊来就讲啊，范先生歹势，啊，你的医生吼。是因对台北请落来，伊讲那秀团来讲，因外口请的医师，因拢周休二日，因今日拄啊拄着拜六，啊明仔礼拜你的医生休假去，所以今日无通甲你动手术，明仔嘛无法度。但是医生有交代，讲爱甲你看你的空嘴，哦，爱甲你清者。啊，结果迄实习医生伊就甲你裂开啊，因为我这阿妈棍原本是用迄纱布盖的，啊，伊一裂开伊嘛无想着讲，其实这是半边。那空嘴遮大，伊裂开血管就哇疼，迄血规个拢钻出来吼。咱即搭只看布袋戏喎，迄头剁掉，迄血毋是乌白飞，迄都袂输迄种个，你知道？迄血怎安尼钻出来？血溅吼、哦、三尺，迄规个护士、医生个衫拢肿血啊，扭落一疼，咱扎力用要安尼规个撑起来喎，血规个拢钻出来。我抓出来，迄实习医生我那惊着，伊想讲哇，这个头壳太长个两过，因为确实有伤就对啊啦。你若安尼直接现场看，应该就是长两过。怎治迄个急救人呐、啊？哎，原本就是迄个加护病房，所以医生啦、啊、护士大家拢围过来啊，六七个都围过来，甲你倒迄个啥呼吸器，甲你电嘞安尼，哦，有够可怜嘞，无死虾米啊死去，伊迄个直接。就甲你灌迄上手骨哦，直接甲你灌落，啊！你鼻腔都原本都要过会输，怎安那直接甲你灌落？哦，迄袂输去，有人揢迄电针对只甲你针落，啊，真艰苦。啊，过来伊也有迄电击器啊，电击器伊就是因为伊惊讲你胸胸休克，所以伊咧急救的时阵拢会适度甲你加压。啊，你就听着安尼啪啪啪啪啪啪，啊，唔知是家己咧想还是怎讲啊？我就想讲我透烤肉的味安尼，还是。其实应该是无啦，迄个干那电的声，但是你会听到迄种电的声有无？滴滴，啪啪啪啪啪啪，哇！啊，有好多那闻到迄烤肉的味啊呢，啊，有够可怜的。啊，后来迄医生到见面啊，因就直接看讲，伊只干那火流出来尔，但是生命迹象足好个啦，所以无问题啦，无问题就丢掉丢掉。哦，这算乌龙事件，但是有好真可怜啊，底下红，那像秘书去用零滴啊。啊！医生就开始换药啊，换药啊，伊就把这肉啦、血啦，规个拢夹出来哦，规地一地一地安尼夹夹出来，外口洗洗，再搁放入。啊，放入了后，伊就讲哦，反正你这吼、哦，因为惊讲拢黏做伙，我看吼、哦，用迄个棉花，哎，温生理食盐水，甲你脱开，安尼等下甲袂黏做伙。所以伊就开始贴，咱的病友迄种大包医疗用的，超级大包啊，迄种迄、那个迄、那个等一下。棉花也算清洁用的棉花，结果后下阿妈棍遐，伊阁另外拆三包，敢那阿妈棍只拆三包来拆啊！你去想讲，这个空嘴迄个时阵偌大，就是遐大空哦。啊，用料才砍起来，啊砍起来伊就走啊，走啊！后下看迄个输血机挂伫后边，迄两桶啊，我红红的血两大桶，等于规身躯的血拢换掉去啊！啊，过来。迄、那个实习医生走，他等下护士就来，护士讲：“哎、欸，范先生，你这爱食一挂抗生素吼，甲、哦、袂发炎。”啊，伊就摕迄抗生素和药盒啊。我想药盒想讲应该吞下落吧，用吞的吞看卖，吞看哪后转佫吐出来，一疼佫吐出来。哎、啊，护士伫边仔看讲：“啊，抱歉抱歉，我忘了你是昨天转诊过来的。”啊，伊袂记讲你是阿妈棍受伤的，因为迄护士早时啊才换班嘛，所以伊就唔知影。
我想讲哦，确实，那、哦、咱人啊衰，嘿，哦，呵呵啊，都什么拢来的对啊，啊，可能，好，啊，护士就讲啊，安尼我甲你抹做粉，你用啉的，安尼看，看嘛啉会较舒服哦，啊，就用啉的好，啉落同款，甲只就尿尿就佫吐出来，啊，佫有血，佫有痰啊，拢黄色的，啊，护士讲安尼要安怎，啊，无你。摕予你棉花棒，你用温的温嘴唇，安尼慢慢啊食好。迄一杯啊，囝尔，细细杯啊，啊，许较温安尼吼，安尼温的来食吼，差不多爱温两点钟啊。迄细杯啊，囝有无？佫无满哦，差不多三分之一安尼尔，一杯啊，囝爱温两点钟。迄第一杯温到要大的时阵啊，迄护士佫摕一杯来讲，你这抗生素药效两小时，两点钟还食一块继续温，吼、哦，有够可怜的对吧？哦，真可怜。拜六礼拜。哎、啊，换药啊！换药差不多两点钟换一届，伊就来甲你看者。第一摆是咪迄棉花甲你撑着？啊，第二摆换药啊咧，要扭开甲迄个棉花夹夹出來。我迄换到真疼，因为咱后壁内底拢规个拢血啊。伊夹啊是安尼插入去看药效的表情啊。你啊插落药效无感觉，伊就夹出来，可能无夹着吧。那插落去，哦，迄个表示安怎？插着啊，伊就哦，佮抽起来，啊，再佮夹出來。所以有阵时是。足可怜的对啊，那你个时阵拢家己个信心拢会动摇，讲哦啊，是安那泰国伫受这种苦，是安那后学伫受这种苦，哦，有当时也这种想法的。后来咱就想讲啊，明仔就要动手术啦，搁忍者，啊，拜一拜一就等医生要来动手术啦。结果拜一医生一来，哎，阿幺搁是同款是学生因啊，啊是安那搁是学生因啊，伊讲啊，歹势你个着台大个教授。哦，大大的教授啦，所以咧，我今日拄好拄到9月28号，叫做教师节，补假一天哦。啊，那无法度，那无代无钱嘛，是讲阮请三天去。原本就是想讲，伫阮遐，伊讲爱观察三天，你会惊，你唔才转来上好的，转来上好的，甲你请三天。啊，是安怎讲款，转来上好的，佮甲你请三天，业力啊，业力啊，该行的啦，就是要互你受苦啦。欸，要让你艰苦，不是要让你大病，不然让你死去了、哦、所以这业力现前有发现的时候、哦、真的可怜、啊、那天过来拜一过来同样都换药了，同样都痛苦，跟那天的中道有发现在那里想说，咦，我有求过道呢，我是道亲、哦、有发现才想起来，因为肚子腰想说我有吃菜，才想起来说我是道亲、啊、想起来道亲，我们道亲最重要的一个印证是什么？三宝，嘿啊！所以小学迄个时阵，才底下是想讲啊，我是道亲啊，我有伫道场修道办道呢，啊，修道办道太过受着这尼啊可怕的痛苦，这一定是我较早捌做过哦无好的代志欠人的啊。所以小学端底下想讲啊，那是我欠恁的，我就全部拢还恁啦。我伫道场有任何的功德福德，哪讲有功德我拢给恁啦，安尼啦，啊，求恁帮我刷安尼。有法安尼想的时候，我也想起来讲啊，对，咱求道有得三宝。我那底下想讲啊，等下医生若来，我要来用三宝啊。各位真嘞，咱三宝会记得阿未？会阿未啊？即阵讲会拢无路用啦。爱安怎拄着你个清楚才有效啊。哦，所以三宝平常都爱留啊，留啊复习。无你正刚拄着，你都遐青惊，你都啥物袂记得啊？你要安怎用三宝？无法度。所以平常都爱留啊，哦，复习三宝，大概拢爱去复习。然后班导，咱有人在讲三宝，大概去听，哦，那听久，咱家己才会通啊。你家己三宝是啥都无熟，正刚要用袂出来，敢那惊到戆去啊！哦，像有遐，即阵讲会拢无遵守啊，啊，拄着讲会才有遵守。哦，这有遐爱强调啊，哦，啊，过来，伊就开始迄、那个等一下中道。要换药啊！医生就过来啊！啊来，伊就伫边啊伫等啊！伊伫等讲哦，药盒原本那听到声，我拢会紧张紧去揪个边啊踢啊！因为即摆我想讲要用三宝都袂用揪嘛，所以药盒就手棒软软，爱手白掉个呀！啊药盒就啊好啊，无就来用三宝。啊过一阵呢，你看药盒用三宝甲无用三宝，啊医生来换药啊，恁感觉啊安尼有差无差？哈啊会听袂听？哈、啊，恁可能拢听过啊。较早有人讲拢未听，我拢未听，啊，无你来首先，我来拍看你会听。哈哈，同款会听啦。咱这个
咱的三宝，尤其是一贯道的三宝，上主要是给咱一个解脱的方法，叫做超生了死。伫印证讲，咱人有一个灵性，咱有一个灵魂呐。印证这件代志，唔是讲哦，我第三宝用落，啥物拢未听，用落出车祸、车弄、车歹，我无代志，无啦，唔是迄个方法，迄是干呐？就是讲印证咱有一个真主人、假主人，安尼啦。哦，有一个肉体是假，有一个灵性是真，所以后下就用三宝。结果医生开始换药啊，之前伊换药啊吼，迄花龙草只大桶规桶杀出来，啊，即摆药啊换了咧，迄桶迄规桶无花啊，一寡尔，后下看可能差一杯啊。啊，当然咧差足济啊，迄医生就咧问啊，范先生你都不会痛哦，你拢未痛是无？我嘛无看你嗨，因为之前拢会嗨啊，啊无就一直出来对啊喘。啊！即摆换药拢无错，那拢未听。啊，药效无法度讲话，我用写。我讲听当然嘛是会听，哦，痛是当然会痛，但是我无去忍，无去出来甲伊拼，我接受啦。所以就是安尼，不从足痛，正常就是一直出力嘛，一直出力。啊，即阵呢，出力听一下，知影讲啊，这假放掉。痛嘛是同款的听，迄毋是讲哦，你都有法度安尼扎的拢无差安尼，无法度啦。就是讲有两时听到哦。扎来者嘞，啊！但是嘞，咱就马上想着讲啊，这个肉体是假，啊，就搁放落来，啊，咱就有差啦，差别就伫遮。所以咱第三步甲无第三步就伫遮有差出来。咱若有求过到拄着的时阵，咱就知影安怎，哦，会使放下。啊，所以你看，迄换药啊，都差真济啊。你辛苦，你看，原本留啊济血，结果留一寡血，这就差足济啊。医生家己就知影，知影讲哦，安尼你这一摆无同款，唔知道伊无同。哦，伊唔知影，因为无求道，伊就唔知影。哦，啊，咱若有求道，咱拢知影。哦，啊，恭喜大家后摆啊，希望恁拢无机会用对吧？哦，啊，若有，当然就是咱有这个有较解脱就对啊啦。哦，后下算是听过来的人甲恁讲，那恁免听，后摆恁就会用。哦，啊，过来，就只好迄天嘛是拜一，嘛是拢继续换药啊，等拜二，拜二再去医生来，啊，就怎手术了就。就 OK 啦，伊也算早时啊八点休学了，第一位入去手术，啊，一直动手术，动到下晡点半才出来。哦，迄手术伫遐疼啊，休学阿妈棍只疼252针，哦，252针。啊，过来，伊只纤维手术吼，哦，是规身躯的，伊甲只身躯只皮甲肉揪开啊，揪开啊，去后壁只针吧，哦，啊，心脏只大只针会更。啊，尻川背遮咧抽脂肪起来补阿妈棍遮，哦，啊，皮嘛是同款针后壁来补头前诶，所以啊，后下阿妈棍只大只诶手术，这是真复杂哦，啊，迄毋是讲像安尼看诶，所以伊规个手术几点钟，差不多5-6点钟有咧哦，哦，啊，5-6点钟了，伊个搁伫个有个全身麻醉嘛，所以个爱伫观察房看你肉下退了有完全无，差不多到4-5点才转来病房，啊，即个。出来就直接送一般普通病房啊，普通病房有遐伫四楼吼，啊四楼听就底下想讲无死吼，好卡在。啊，咱若道亲，你若讲动手术，还是讲出车祸无死，大部分那有滴接近道场，拢知影讲咱爱谢恩呐，咱爱感恩呐，所以有遐就家己安尼挣扎安尼爬起来跪伫门上顶，我就底下讲。啊！感谢咱老师主笔，感谢老母娘主笔哦，100叩首，啊，都用心啊，1、2、3啊，想我袂到一半怎困去吼？哎，那就是休学迄个时阵精神无够啦，气力无够，啊，所以咱即阵咱啊，原现象1到100有法度啊无？有啦吼，恭喜大家，那要有法度，表示佫在在啊。休学迄个时阵连安尼都无法度，啊，困一阵啊，啊，都有人伫摇我本床啊，伊就讲，哎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伊讲国语啊，用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啊，后下就起来啊，起来！伊讲你来，我那爬起来，怎行过来？行过来，行到伊头前，后下就一个感觉讲，哎呦，这个唔是人，是安怎讲唔是人？因为吼，伊行到遐，后下行到伊头前，差不多1公尺的时阵，后下发现讲，伊周围有一个光。迄暗时啊，差不多6点嘛，所以讲外病院原本就暗暗嘛，啊，佮外口嘛暗嘛。所以暗暗，但是行到伊家都光起来，伊个胸腔即大只有一个佛光，差不多1.5公尺到3公尺安尼，迄个超即个范围安尼有一个光就对啦，佛光。咱在座咱点万书，就算讲头壳够较光，暗时也嘛袂讲，
有一个佛光甲你围的有无？可能有啦，咱看无啦吼。咱这后学，咱大家肉眼凡胎无看到。啊，但是咧，后学迄个时阵去，哎，哇，神翁，这个神佛来安尼，这有一个佛光，后学就知影讲，哦，这胖唔是人，这个、应该是神佛，因为这那是鬼吼，应该起鸡毛皮，所以后学想，这应该是神佛。啊，伊就讲话啊，伊讲带你去一个地方，你要不要去啊？我带你去一个所在，你要去无？啊，后学就讲我要，我要，嘿，我要去。伊讲要去，你抱好。啊，伊讲的时阵，伊无像讲咱发挥啊啥，神佛来报佛好有啊。讲伊是某某神佛，咱才知影伊是谁嘛。但是这个神佛伊无讲伊是谁，后学就知影讲哦，这南极老仙哦，南极老仙哦。伊无讲哦，啊，后学就知影，是安怎会知影？有法跟人讲，这过去世有法要跟神翁有缘哦。那像秘书讲，咱即阵回去厝，恁后生入来开门关门，你就知影讲这大个回来，二个回来，嘛免底下报备讲，我是大儿子，我现在要进门了哦，免啦，免报备啊。因为作息个，你就知影伊这是恁后生，还是讲这陌生人，咱就知影清清楚楚，因为较早个缘嘛，对不？所以神翁伊无讲伊是谁，但是有法就知影讲这神翁。我这个应该是讲过去世，后下要甲神翁有一段缘。啊，神翁讲要带后下去一个所在，后下就好啊，啊，就抱好啊，后下抱作案啊。因为我想讲，等你胖吼，怎直接对这个门安尼怎甲冲出来安尼？哦，应该是安尼。结果不是，神翁是怎直接对他门怎甲冲出来？哦，哈哈，诶，仙佛诶，妙法甲咱无同款，伊个达位拢会用出来。结果一出来，你原本想讲应该是对这头，结果对这头就差真济啊。所以就出来我就惊到啊，惊到就想讲，哇，安尼唔是吓死死老呢？开玩笑，死老自杀会死哦，系啊，所以哇出去就会惊，目睭就磕掉诶，所以无看到。但是神翁迄完啊算慈悲啦，伊就飞起来，伊嘛甲你安尼，互你坐掉，伊就安尼知影你阁抱会掉，伊就无管你，就飞起来。啊，你飞了足紧诶，所以过一阵人，咱有个人讲腾云驾雾哦。哦，做神佛后摆来腾云驾雾，哦，迄介艰苦，唔好去腾云驾雾，因为迄速度伤紧，你知道？迄紧到哪啥呢？迄后下个目屎啊，流袂离啊，一直用飞安尼，因为迄速度足紧的，啊，风足透的啊，啊，过来咧，伊迄你安尼速度飞过来，迄风袂输那刀啊，安尼甲你刮刮你的肉，你会疼呢，会疼，爱疼过来咧，迄空气吸袂到啊，我迄飞伤紧，吸无空气。四无空气，你又感觉哦，心脏愈来愈无力，原本伫胸口啊，慢慢怎跳出来，哦，心脏对袂调啊，啊对袂调，我就伫遐想讲啊，神龙主笔，我不爱去啊，我不爱去啊，我就手要放的时候，神龙哪知影伊怎手，安怎刷落来，刷落来，啊胸口安尼甲挤的，挤的都有一个灵气啊，神龙的气啊都灌入，啊灌入来，这心脏原本就对袂调，啊都诶，啊我对起来呢。啊，那跳起来，哇，跳起来都发到呼吸啊！啊，我到呼吸就较在才看有，慢慢才看有，哦，看有这云啊，啊，这天，哦，慢慢愈来愈光。暗时啊，直飞啊，但是愈来就愈光，规个光起来吼，啊，光起来金光闪闪。后下个目睭我到看真远啊，但是就金光闪闪。啊，过来飞到一个算一个所在啊，也有一个楼啊吼，安尼起哩，那差不多嘛是百外的台阶啊。啊，徛伫面顶遐有一个牌咯，哦，一个牌啊安尼。啊，神翁就讲到啊，安怎牵后下个手用行，哦，爬过迄个牌咯。啊，后下就伫遐看，迄两边啊，两边拢有神佛徛。啊，神佛吼，你讲迄古早人啊，现代人看袂出來。伊穿的吼，迄秘书嘛是有古早的武器，嘛是有咱即阵的秘书手枪啊，是镭射枪嘛是有的。迄看起来都有神了对啊，可见。迄身份吼，迄超越古今了，对吧？哦，看袂出来讲，迄种也是较早古代还是现在？但是你就知影讲，哦，这武将，这武的啦，这武将，哦，这得官官家。啊，佮较远迄边哦，就看到讲，哦，真侪道亲哦，因为咱一看就知影这道亲嘛。可见呢，有诶应该是拢道亲归空，归空伫遐排队，大家伫遐排队领牌啊啦，伫遐排队。哦，啊，无就伫这边遮昆都底下咧功课拢有啦，啊有诶，啊未领牌啊，伫遐练佛规礼节嘛拢有哦。我伫遐门口底下呗，啊有啊，就神龙就开诶，啊就行过啊。我那真样呢，因为你后摆转去吼，你会发现
所有的人拢伫遐排，你知道？哦，啊，你免队，你都行入去。哦，迄算，我、哦、那算很威风啊，很有威严的对啊啦。啊，行过了后，神龙就问尤哈讲：“你知影拄只只倒位无？”啊，尤哈就讲：“啊，南天门。”哦，因为咱道场拢有安尼甲咱主比过，讲啊，这是南天门。啊，神龙点头，啊，点头了，尤哈仲欢喜。我咧欢喜啥？我咧想讲，哦，啊，我来道场嘛无几年。想袂到我修行的这个道行已经面对三宝啊，所以你欢喜这件代志啊！啊，我就跳过去问神龙讲：“哎、欸，神龙，啊，咱过南天门不是爱对三宝，啊是事实上是后刻的，甲神龙顶讲：‘哎、欸，神龙，你看我过三南天门面对三宝呢？’啊，神龙知影，神龙伊就笑笑来比伊家己啊！啊，后刻知影讲：‘哦，原来是尖光啦，咱尖了神龙的光啦！’”迄秘书讲，今日咱要去总统府，拄啊总统开你的手行入去，门口的卫兵敢会甲你抓落来？袂啦，伊都沾着总统的光啊！所以，想讲后黑回去迄届无对三宝，都沾着神王的光，唔是后黑受了好哦，是沾光啊！所以后摆咱回去，哦，较好的情形是沾光啊，就是讲咱对神父有信心，甲你有缘的神父来甲你接等，咱是毋较随顺势，对吗？啊，要安怎让神父来甲咱接回来？伊发拢会想呢，我即阵已经想通啊。就是讲安怎呢？咱平常常常来佛堂啊、办桌啊，啥是咪常常来？神父甲你就捌啦。啊，神父甲你变作好朋友，后摆你回去，伊敢免来甲你迎接？应该爱啊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平常咱甲来佛堂、甲神父虽然看无，但是甲神父是结缘啊。这缘慢慢啊深，后摆你回去，伊就伫门口遐啊，这就捌咧。这个进来啊！啊，你若唔捌的咧，干那求过道，当然就爱，迄佛堂可能都无神父，甲你有熟嘛？这啊，你家己嘛无法度讲，较大一个神父较有熟，是不是安尼？对吗？啊，后下你看吼，不然咱在座有人有家庭佛堂，啊，你看你佛堂讲大个，哦，你可能后摆登去大部分都即身甲你带登去。那是讲你佛堂拜南海古佛，后下就是南海古佛甲你接引登去啊。大部分拢安尼啦，带来神父甲你有缘嘛，安尼就是伊甲你接断的安尼。啊，后下底下佫继续背哦，过南天门了佫继续背。啊，背经过的所在叫做三关九口啦。那道亲捌听过其他登去天顶的有个人是去三关九口有无？哦，底下哦，什么关什么关，安怎靠安怎靠？啊，后下唔是去啊，后下过三关九口，佫较起里面顶有一个八卦院哦，功过院就对啊。哦，功果院，功过院，有法去遐，还功德池啊，啊背到遐才停落。啊，先拢停落来，伊就讲够啊，你手放，我就放落来看，我看，哦，你天顶甲咱世间无共款，差别伫倒，你知哦？先我知影讲，登于天顶，当然这嘛是一种形象啊，但是借这个形象，才能显出天上的庄严。啊，天顶啊，啥物款呢？啊，涂卡。纯金做的，正讲金啊做的，规个土卡全部拢金啊。哎，路嘞，路是啥物呢？叶啊，白色的叶啊做的，哎路，白色的啊，白色的玉啊，叶啊。我迄实在不得了，你知道嗎？迄就讲炸袂当来，那炸会当来吼吼。三四人拢免谈，安尼真的。迄就是讲，哦，你去到天顶吼，你若讲爱钱的，去到遐你就会放下。因为迄都无得比，你知道？你讲像王永庆这几十亿去到遐啊，迄算上善的哦。天顶就是安尼，大家拢富足的对吧？要爱啥拢有。啊，遐在底下看，哦，这正手面那一个壁刀，金光闪闪的壁刀。我想，哇，这是啥物？来甲摸看卖啊！啊，走过摸，啊一摸，哎呦，啊这壁骨软的，你知道？那别说金啊软小小安尼，摸来骨软，啊软，遐我就退后来看卖这是啥物啊？结果。伊个熊熊怎压一只龙落来？迄一只龙个头啊，啊金金个是伊个啥？身躯啊，因为伤大只，后下看无咧。伊个头是压个呢，啊熊熊压落来。后下第一摆看到龙吼，我讲这怪物，所以然后就紧走哦。啊神龙紧走，有怪物来啊！啊神龙，哎、欸，你卖着惊，卖着惊。伊讲这啊，这是功德树护法个天龙啊。哦，未输咱世间滴讲哦，这就是啥神啊？有啊，迄种龙神有啊，还是讲虎牙龙神迄种的有啊。啊，底下来讲，伊也唔是虎牙，伊是龙护法的天龙，正港的龙哦，我足庄严的。
我做大只，诶，头敢那头咱这粒指头公只大，头鸟，迄粒头鸟都咱指头公只大。所以你若看到一只狮啊呢，哦，敢那头咱指头公只大只，你敢会惊？应该是会惊嘿。所以有啊，当然紧走啊。啊，神农花才紧停诶，啊，正开始佫无啥敢去诶，因为想讲，哦，啊，这只大只。OK， 我神农讲啊，你卖惊，因那是神佛啊。哦，咱诶护法神就对啊。用正手柄，这只金色诶。就是看啥呢？咱做好代志，咱立愿啊，立善愿啊，行功了愿有无？出去度人啦、啊，是去功德打帮助道哦，这好代志。这是这只金色的龙会甲咱保护、甲咱顾、甲咱看。用倒手柄，小阿原本无看到，一臂倒手柄，佫背一只青色的龙来。啊，青龙来，用倒手柄这只，是监察咱哦，邪心邪念，恶心恶行，歹心歹念。等于讲啥，做歹啦，哦，做遐无好诶，佮背一只青龙，啊，这两只龙无啥共啊，一只较像狮仔头，一只迄个色吼、哦、较像酷奇啊，人讲诶迄种较深迄色喎，你看起来足歹，爱目睭啊避开看有哈哦，有哈个呢，我那咱算有做歹嘛，所以一看到、哦、对头壳顶诶脸甲脚手底，表示讲哦，迄正气足强诶，对不对？迄鲜活护法神，迄正气足强。啊，神龙讲啊，你家对我入来，啊，就行入去。啊，迄、那个门吼，迄、哦、我那真奇特呢。迄、那個、门，咱世间呢起的厝拢对土脚起起来对。天顶的厝吼，你若安尼看，袂输拢对天顶落来。伊个厝吼，迄面顶拢哦，拢足悬的啊，足悬的。咱安尼看，袂输讲哦，规个对天顶落来的一个厝安尼。啊，实际上伊个嘛是对土脚起起来，但是咱的感觉袂输哦，这拢对天顶垂下来的一个建筑物。所以天顶甲咱世间有一寡无共啊，啊，就入去了后，后下才发现讲，外口看这个门是大是大，但是我咧想讲，佮安怎大嘛，未比外口较大嘛，是不是安尼？咱讲积德宫真大，啊，积德宫佮安怎大嘛，未比咱这个门的外口佮较大，因为外口是归台湾呐，是不是安尼？结果后下入去天顶都唔是安尼。有啊，入迄个门啊，有啊一看，哇！啊，这个门太安尼，内底嘛是足大个呢，无量无边个呢，无穷无尽个呢，大个你看无迄个尽头啊！所以天顶是安尼哦，你过一个门，啊，迄都阁换一个天就对啊啦，迄无同款，甲咱世间无同。咱世间想讲啊，那就差两步咯，等下阁过应该袂差将，天顶差将哦，亲近无亲近，绝对无绝对，差足济，你看个物件拢无同款。啊，入来功德池了后吼，迄、哦、就算较清净的所在，内底真侪啥呢？迄有青阳旗的修道人啊，青阳旗的啊，咱个较早古早的迄种修道人，毛较长有啊，毛较长，你看会出来讲哦，因在拢苦修苦练，嘿、欸，苦修苦练，规身躯拢毛安尼啊，哦，啊，但是迄种的就是较早的修行啦，哦，啊，过来佫行，啊，神农就慈悲讲，咱求道有烧一张标文，叫做啥物？量天表，阿神龙主比讲啊，量就是啥？外口这阴阳相量啦，就是有护法神啦。哦，啊天叫啥物呢？天棒，咱唔是求道，有些讲天棒挂号哦，天棒啦。哦，就是讲这个。啊，过来咧，这个表就是表示讲咱世间这张纸，啊，这点其实是足重要的。啥物叫做龙天表？就是讲第。这张标文要有这种威神力，就是说所有的诸天神佛要来护法、哦、第一啦，就是这张如果要叫做超生了世的龙天表，第一就是要有护法神，诸天护法第一。第二呢，他就是要怎样，三观大帝那边那有他报道，有他注册啦，那叫做天榜挂号，要有他去天榜挂号啦。第三就是讲，咱世间这张纸内底爱有啥一代的名师，咱师尊师表的这个名，这张纸才算是龙天表，这三项拢爱包含在内。所以有法度伫遐哦看，原来咱世间讲一张纸尔，伫天顶吼，这个书圣会用分这三项来讲，就是讲天人甲地全部拢是爱护持的对啊啦。啊，入去了后，神龙伊就知影，伊就讲啊，我知影你有疑问啊。你的疑问是讲，哦、啊，我感觉我办道，我那比人较诚心是安怎，我太比人别人较衰尾，哦，太去拄到这种哦、啊、车祸。伊讲啊，
你也了解吼，讲逐项拢是安怎，有前因后果啊。后学即摆出车祸的因果是三百年前做落来，三百年前，三百年前后学是大陆，大陆人，啊，大陆人后学，迄世吼，算住伫渔村啊，渔村啊吼，啊，算讲甲散，甲散差不多十外岁，就想要出来外口去共做工课、趁食，啊，招阮共庄的另外三个人。同齐出来外口做工课，啊，出来了后咧，出来了后，你想诶，一个无技术，啊，搁无读册诶人，你有法度做啥物？敢用做工做工，人迄叫啥？哦，劳动工啦，吼、哦，共做苦力啦，哦，做迄种劳动诶，劳力诶。啊，就伫遐啊，但是迄趁无啥钱啊，所以只好咧，若有机会就去人偷啊，去人抢，去人骗。啊，迄个时阵伫遐过船啊，共接人过河啊。那啊，这就敢那一个人、两个人，啊，就甲抢，吼、哦。所以迄世是做歹代志的吼、哦。啊，即世是做工师啦，吼。啊，但是迄世是偷抢拐骗吼、哦。啊，就赚赚差不多十年了，就想讲啊，赚啊未互掠着，啊无就卖搁做啊，就要转来。啊，要转来，当然就爱分啊，分看即十年赚偌济啊。一看哇，这安尼几啊千斤的金啊！那就想讲，哇、哦！安尼哪有法度装安怎？装修上好啊！所以许个心内底都有迄种，人讲诶，你若看坏财，你就会起杀心嘛。所以都雄雄都起来啊！你知道？像你看咱台湾即阵，你讲大乐透，迄我看嘛无，毋是讲虾米好代志。迄着大乐透，我看到爱移民，你知道？因为人别人看到，赤目会甲你抬啊！哦，所以同款诶，许个去洗就是安尼，哇！遮侪钱，我都想要甲抬啊！这是第一嘞，第二嘞，想讲啊，同齐出来外口做歹啊，因啊，后摆去甲安怎，去甲告啊，我唔同掠去关，所以这第三件就是安尼，就讲惊，第二个原因就是惊去互伊安怎，甲翻盘啊，啊，所以伫转来的时阵啊，我就加惊讲啊，好好行啊，无咱就暗时啊来分啊，实际上诶，暗时啊休学，迄牌啊内底唔是找藏遐金啊，休学藏刀啊，啊藏刀啊啊。一出来就抬死两个，哦，阿妈棍紧甲，哦，抬死两个，啊，另外一个惊着紧走啊，后下刚刚甲捉着了后，刚甲吊倒，吊死伫井内底，哦，吊死伫井内底，啊，迄世拄啊抬死这三个人，啊，你看啊，讲有个人讲哦，我业力，安尼业重足重诶，后下讲啊，较重可能嘛重未过后下啊，后下抬过三个人，哦，这业力则是重，但是你讲过去世遐重。即世你敢无法度修得办到，嘛是会杀你啦。看你卖不卖尔啦，你有你修得用慢慢啊行啊，同款吼。啊，所以迄世杀三个人了后，我就甲所有的钱安怎，我就拢全部摕倒来阮遐，啊，就变作好野人啊。好野人就过了较好康嘛，啊，就开始会讲起厝啦。哦，咱算讲咱家己的庙啊啦，还是甚物啥，咱就甲翻修哦。所以大家就拢足感谢你啊，你就变作一个好人。但是我看。这好人大部分都变坏人了，就是说好人会变作我大部分都是因为曾经做过坏事而且变好人嘛。哦、大部分啦，不会一定讲绝对了，所以咱在做其实嘛无虾米好可耻啊。咱一定捌做过唔对的代志，但是咱卖个做就是啊嘛。哦，改恶向善就是啊。所以迄世后来就变作怎开始做好代志啊？但是到五十几岁的时阵啊，答案困未去啊，日时也食未落。无食无困，啊，当然一直散落啊，一直散落啊。阮迄阵个船长就来问讲啊，你是毋是安怎？啊，伊就讲，哦，啊，都我都食袂落，困袂去。伊怎讲啊？安尼我介绍你去找倒来个老和尚，迄、那个和尚吼，法力高强，伊会用帮人解决者。我就去找迄个老和尚。啊，老和尚，我问讲啊，你是毋是有做过虾米歹代志？我就甲讲啊，较早二十几年前，捌人抢钱啊，佮捌人杀人，安尼啦。啊，结果伊就讲。啊，安尼你过去世，我们是过去讲台的这个业力，即阵要甲你报啊！啊，你爱做功德，甲人超拔，哦，安怎做？用啊，做诵经啊，做一种发挥啊，做三场这种诵经的发挥。啊，诵经的发挥做煞，其实咱心完那个未安啊，过去问讲，安尼就拢免行啊嘛。用无，你种诵经这种的吼，就是讲原本讨较高啊，你知道行十万啊，安尼，你欠一千万先行十万啊，安尼啦。不是说中型啊，那算说给他按耐一下，不要讨这么急，
所以诵经嘛是有效，但是咧无法度就近解脱，无法度。你上好的嘛是救解脱人的性命，你要胎人，你就解脱伊的性命，安尼唔只是有法度就近。你敢那讲胎啊？你敢那诵经安尼袂，无法度行就对。所以后来我就问讲，哎，那变安怎才能行？伊讲你爱修行啊，你爱念经拜佛才有通解脱。所以后下就开始因为迄个老和尚开始修道就对啊。哦，啊修道。啊，后下因为迄世有修道的这种福报，所以过来当世投胎拢做人。我拢总这世三百年，甲这世是第七世，后下这世算第七世啦，三百年转七世。啊，这世是咱台湾。啊，过来咧，和后下台迄三个啊，两个台死的迄两个，因咧都万道心较重，结果咧伫地狱道伫受苦，受三百年的苦。哦，三百年，三百年以后，伊就放出来啊。另外，华吊死的迄、那个，迄、那个变作恶鬼啦，就是咱一般讲的鬼啊，就对啊啦，变作鬼啊，伫个井啊内底啊，执着心较重。哦，三百年，还阁无法度轮回。啊，结果因放出来了后，三百年搞放出来，第一件代志要做啥物？恁太知，照理讲是安怎呢？伊三百年放出来，伊第一件代志应该是转世投胎啦。就是讲，伊用去转世投胎，但是咧，因为伊这口气放袂落来，伊认为讲三百年前都是去有上好的朋友害，因才受三百年的苦，所以伊讨迄个灵机啊，要来讨后下个命，后下个命要先讨掉，因才要安怎，才要去转世投胎啦。所以因就开始去讨，从三百年前去我三百年前迄个庄，哦，啊去这个庄了后，过来咧。我讲哦，伊就转投胎去换去即种啊，啊，过来个，因个找来即种，因拢总找几年嘞？找十八年。哦，遐冤欠啊，找后黑找十八年，才安怎对大陆找到台湾来？哦，所以各位真人，咱来了解哦，咱这个另外一个世界吼，无咱台湾甲大陆这种差别啊。哦，咱即阵唔是讲两岸安怎？哦，好像拢互相安尼。有一种政治的隔阂，但是伫阴间来看吼，那是一团和气，你知道？互相拢会通的，对吧？炸得三通啊，对吧？所以因冤欠的安怎过海来台，都要来讨后黑。伫后黑十八岁一年，因找到后黑，都要讨命嘛。结果后黑十八岁一年，拄到三百年前迄个老和尚。十八岁一年，迄个老和尚是啥呢？就是去落雨天去弄后黑门迄个啦。阮迄个学长啊，哦，迄个是三百年前的老和尚，伊往转世投胎来咱道场，安怎做工师？啊，因为咱道场有天命，伊转世投胎来咱道场做工师。啊，有黑即世的报书是啥呢？咱毋是有因书有报书嘛？报书是啥呢？三百年前迄个船长，哦，报有黑去找老和尚的迄个啦，迄个船长。啊，即世就是啥呢？就是迄个定道啊，迄个学长。哦，嗯，所以过去世因为有这种缘，所以这世才有哈，就是因过去世把道后黑来求得，这世嘛是同款，叫做因波书啦。哦，所以咱个因波书拢有较早，哦，不是三世，就是七世，安怎修道的这种缘分呐，哈，哦，嗯，好啊，大家会听无？嗯，我后黑看者，无咱个休困者啊，等下吼，后黑尽量讲到五点，咱就做一个结束，安尼好不？也讲声的对啊，所以外国人得那求道登去，虽然嘛是写咱汉文嘛，但是也容易哦。伊那敢会晓英文，伊就出英文的声，可以了解讲哦，这个是写什么。所以登去天顶拢袂叮当的对啊，你做什么拢清清楚楚。我天顶啊，设想做做到的，啊，伊就安尼，迄字家己会铺声的对啊，你看到迄字就有声。所以后黑登去。神龙安尼讲啊，伊讲啊，原本因就找到你个啊，啊，但是你已经拄到你个音波师啊，就求道啊，求道了就带佛堂啊嘛，对不？然后就带佛堂，伊讲无想到你吼，求道了竟然佫发心开始去度人，啊，因为后下有伫度人，啊，佫有带佛堂，所以咧，护法神就对伫后下边啊，
就是讲咱神父就对着后学的边，因为后学看到安尼，哦，这个袂歹，安尼后学就有听说甲讲者，就往甲度安尼嘛，做爱度人。伊讲因为你定定安尼，啊无就是直接甲老师神父讲啊，神父我要去度什么人，我要去度什么人，所以神父拢一直派护法神对着后学的边啊。所以这足重要的呢，咱道场吼，就是讲啥呢？唔是讲哦，我是什么大神，我是什么佛祖转世投胎，咱道场无咧讲这個。咱道场咧讲啥？讲哦，人这个道亲人安怎做有啊？伊愿意去做啥？咱叫做愿力嘛，愿力啦。就是讲看你要做啥，你有去做，其实甲你有这个因缘的神佛就来甲你帮助。迄种我过去是啥物佛祖，迄无关系啦。但是咱台湾即阵吼，人讲得乱就是乱这点。大家拢讲哦，伊是虾米佛祖投胎，伊是虾米人来，虾米人来？我那这可能拢网络啊，款这样卖个信，迄种骗人诶啦。因为正港诶神佛天律来的天顶诶，即个戒律来底有一条，就是讲未使讲你是虾米出身呢？你若一讲，就是表示安怎？要回去啊！然后你若讲，你就是要回去啊，未使讲就对啊啦。一讲，你就是要回去啊。所以啊，安尼一直讲诶，表示讲啥？阿未死，阿可以讲，阿就表示讲这种骗人。诶，有爱强调、强调这一点，在上天白羊旗的戒律内底有这条。但是真侪人佫会安尼讲，讲伊是某某神佛来转世，这是啥物？这有两下就是去考验咱的智慧啦。佫有阵呢，大家要去分别吼、这内底有一挂差别。神翁佫继续讲了呀，伊就讲啊，原本因找到你，就是要安怎？偷你的命，你唔拿一世出车祸死掉去，你后一世吼头壳顶头壳会断去，佮后世你佮用吊死，拢总爱三死人啊，有法用注定三世拢会真歹死的对吧？所以若要比惨，有法比过一阵呢，拢较惨。但是咧，神龙爷往那做比讲，但是念伫你伫道场修道办道因为有法伫道场这几年，用往那算。有淡薄仔诚心啦，所以咧，都予你三世的因果伫病院这三天，安怎，予你现出来，予你感觉安尼就好啊。所以这正讲是天文书对啊，无咱就爱行三世的命呢。结果咧，神龙讲啊，讲，因为因这个三个冤欠，因就感觉讲安尼无公平啊。就算讲我杀伊，因原谅我，但是因伫地府受三百年的痛苦，我拢无受着，安尼因感觉无公平啊。所以神翁伊嘛主持讲好，安尼阿伯就是安怎，和你死罪可免，但是活罪咧难逃。伫病受三天的痛苦，感觉虾米叫做地狱，虾米叫做恶鬼道。神翁讲讲，你伫病啊，每个时辰都差两点钟就对啊啦。每个时辰拢爱受刀割呐后的这种痛苦，伊来换药，大概拢袂输个头去用剁断伊同款啊。用，让你知影讲，你若对落入去地狱啊，就是这么可怜凄惨，一天要死十二拜呢，一天死十二拜，啊无期的就对啦，一直重复，一直重复，三百年到你才有看出来，你看有可怜，确实，后下个干那三天我都挡袂掉啊。过来，神龙讲讲，你不管呼吸啦，还是喝水啊，拢袂输去有血对然后烧到腹肚内底，让你知影。那是堕入恶鬼道啊！那是变作恶鬼啊，变作鬼啊，就是这样可怜，这样凄惨。啊，神龙哥讲，你刚伫暗时啊十一点的时候，才有看休困。我讲无啊，我才有休困，我规工从白日温床顶，才有看休困。因为有暗时啊十一点的时候，迄护士会来甲你煮消炎药啊，煮嘞差十外分钟袂痛。我讲嘿，是安怎嘞？伊讲啊，这啊，十一点是恶鬼道食饭的时间，所以和你休息十分钟啊。你住消炎药休息十分钟啊！另外，迄报应拢是就是安尼啦，你叫对的就对啊。啊，你去想，和你休困安尼，敢有较爽快？其实无呢。你看，你若无休，你就规工拢伫遐苦，你就袂去想啊，你知道？就是有休这十分钟，安尼就大条啊。一工有二十四点钟，一点钟六十分钟，结果拢总一工有偌济？1440分钟呢？你规工拢伫遐咧想吼，当时阁会用住一支啊，当时阁会用住一支啊，袂输那钓人讲食毛灰共款呢，确实真可怜呐，有啊，迄个时阵真可怜。哦，啊，过来，神翁安尼讲啊，有啊，才知影讲哦，确实咱大家人修道吼，
咱平安拢是占着啥？天恩输掉了。哦，你卖想讲哦，安尼范讲师你也出车祸，我太拢未拄着，你这种话干卖想？一拄着有两下，那比我后下骨较大条，你要安怎后？对不？所以咱心内底卖想讲，卖去人羡慕讲，哇，怎么范讲师有这种经历？因为我咧讲，我死三工诶，对不？死三工拢总死几回啊？是不是啊？三十六回啊？这真痛苦的代志，这不是讲哦，遐尼啊，哦，迄啊，神王就讲，因为你伫道场，佮有你修道办，所以啊，互你三世因果，当这三工都安尼行啊。啊，神王讲叫后下佮对镜，啊，后下就足感恩的跪落来，甲神王磕响头，然后对我来，啊，讲咱大家人求道，天顶拢会种一蕊神花啊，哦，就是讲，就是莲花安尼，拢会种一蕊花。啊，神王要带后下去看莲花池，啊，我就去看。哦，啊，神王莲花伫倒位，啊，神王伫遮，我就看，迄透花根本就无花，拢安尼一条一条安尼啦，袂像咱安尼插一枝一枝安尼，啊，面顶有夹白啊，啊，白啊面顶就写，哦，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哪一时啊，当时哦，啊，过来隐师、宝师、点传师，过来佛堂，过来上下骹写求道人的名，咱求道的名，过来下骹够署名哦，有的是写啥，哦，写监班院长啦，有的写三。啊，我上面像什么日游神呐、啊，有一些道士灵童啊，就是讲什么神佛写起的啊，拢会写得对啊。哦，迄面顶拢写写个清清楚楚。啊，伊遐在遐看，啊，我都真惊哦。啊，神佛啊，你唔是讲有莲花，他也拢无莲花。啊，神佛讲啥呢？伊讲这啊，像这敢那挂牌啊，这吼，就是敢那求过道，但是拢无来佛堂接近，所以因无了解三宝，无了解自性。无了解灵性，无了解天命，不了解啦，所以无了解，因干那安怎结缘啦？哦，就是讲缘超脱一拜一劫安尼尔啦，哦，超生了时间超一劫尔啦，安尼等于讲结缘啊，无菜去就对啊。哎呦，我看这样那会惊你咋？像我安尼看过，可能我那有几十万人，拢安尼挂牌啊尔。所以后下我那真烦恼讲，哎呦啊，我讲嘛是干那挂牌啊尔。啊，有遐就问先龙讲，先龙我想要看莲花。啊，事实上我是问先龙讲，诶、欸，先龙啊，我敢有莲花安尼？但是咱歹势安尼问，所以我问先龙讲，我想要看莲花。啊，先龙知影，伊讲有啦有啦。哎、欸，怎安尼哦？伊个拐杖啊，安尼顶一下吼。有遐嘛无惊咯，但是咧，原本即大家唔是全部拢像这安尼挂牌安尼，安尼顶一下吼，都变啦，规个全部拢啥呢？种莲花。对家一直到天边，安尼哇，全部拢莲花啦，规个拢变作莲花池，我的香味安尼足香的安尼啦。啊，神龙在底下安尼，揢一蕊起来哦，啊，偌大蕊呢？遮大蕊哦，这是后学的哦，所以过一阵呢，卖去想讲哦，啊，唔知有遐大蕊无？无啦，哦，安尼遮细蕊安尼，啊，神龙揢起来洗，啊，伊就讲洗掉你的分别，哦，啊，还你无分别的智慧啊。哦，神龙在底下洗啊，洗洗念一段咒语，才起我休息。哎呦，闻迄种香味吼，闻完了，人讲系虾米个神清气爽，哎，休息感觉讲有这种效用，哎，神清志明啊，规个用落拢清楚起来，闻到迄种香味，规个人拢清楚起来啊。啊，所以咱天顶迄种功德水吼，会使解脱业障啊，解脱咱的无明啊。咱平常做些烦恼啊，做紧张做安怎？天顶的水洗过，你就拢袂惊吓。啊，后下揢迄蕊花揢起来片了后，我才发现讲，欸，奇怪呢。进前我的感觉是安怎呢？是神翁哦，做主辈带我登去天顶嘛，所以我一直感谢神翁啊。片了我才发现讲啊，唔是安尼啦。我原本就做，我就是住伫遮，我原本就天顶的人。我是安怎来咱世间啊？怎袂记哩安尼啦？去袂记咧，神龙洗了，我讲哦，原来我较早就是遮个人。这唔是干那后巷尔，咱各位真贤在座所有的人，全部拢对天顶来。哦，后摆咱回去，咱就知影，咱啊过迄个后摆莲花池的时候，咱去洗咱家己的灵台了，就发现讲哦，原来大家拢是对天顶来。哎呦啊，底下就看到讲哦，啊，我的莲花遮大蕊，哎，远远安尼看过吼，远远遐有一蕊啊。安尼都雄雄悬起来，安尼，才有三层楼，未输那一粒山的莲花安尼。遐想讲，哇，不得了！我这安尼，啊，迄个一粒山的莲花，哦，这唔知是大个大菩萨。
所以我就哇，一直要走去啊，要去看看这类莲花。啊，伫个水啦，迄莲花池啊，又发打落，那沉落，你知道？啊，沉落，正开始会紧张啊，想讲哇，唔知淹死哦。结果神翁迄耳孔就伫我边啊，伊就讲啊，讲啊，你若想要起来，就会用起来。啊，伊发说，诶，安尼哦，啊，就想一个鸟，你刚刚讲一个念头转变，伊发就变伫打伫迄个花面顶啊。啊，安尼甲天边迄边，安尼照你讲，我那真远有哦。你刚刚讲想讲啊，我要去，啊，就到啊。刚才想讲，我要搞，阿就搞啊呢。你安尼一个想，阿就搞啊。免讲像咱遮安尼行久安尼有无？天顶拢免行哦。你想要搞就搞啊。哦，我想着，阿就已经搞啊。我就问神翁，神翁，你帮我看迄类大类的莲花伫倒位？神翁就伫你的脚底，我伫遐看，诶，差不多面汤啊，遮大。啊，我就讲，啊，神翁这是安怎？啊，神翁来，你来，你来，我就来。落来了，神龙主比讲：“这啊，这类啊，是恁师尊啊，就是咱济公老师的莲台啊，咱活佛师尊的莲台啊。哦，有遐足欢喜，因为是安怎讲呢？你看到人迄个德性嘛，哦，这尼啊，哦，这尼啊，威啊！咱若看到咱家己的这，咱就知影讲哦，咱的德性足无够。但是你看到老师哦，你就有迄种感觉讲哦，安尼特懂，对起特懂。”哦，对咱老师哦，第一我做主笔，所以神龙讲啊，伊讲咱的灵性是平等的，所以每一个人的年代其实拢差不多，大小类差不多啦。老师咧，伊个累劫修行修几千年嘛，是靠安尼念嘛，嘛无讲偌大，但是差别在倒，每一个人的德行是无同的，德性无同款啦。就是讲感念力的人无同啦。那每一个咱求过道的，咱大家拢感谢天恩师德嘛。咱所有的大仙嘛是拢感谢咱老师啊，给咱这个指点的恩德嘛。所以，伊若唔管是大仙还是所有正道的，大家拢挖伫咱老师的莲台边啊，才变作一类叫做九品莲台。所以九品莲台是看德性来彰显，唔是讲哦我修什么就变作九品莲台，唔是安尼哦。即阵咱台湾有诶是讲哦，伊的法门变作九品莲台，啊你这就修恁这叫做七品莲台。我看迄无特懂，迄可能你骗钱诶！吼，天顶你看无这种差别，看你的德性，你德性彰显得越大，你的莲花就愈大类。实际上唔是讲莲花大，你的德性大了。我、啊、这要安怎用印证呢？有法员工，咱世间大家都相信啊。你看咱在座，敢知影恁阿祖伊的生日还是伊的忌日？阿祖要会记得无？阿祖的可能都袂记得啊，阿公可能要会记得嘛？是不是啊？所以唔是讲行未过三代啊，是不是啊？你子孙啊，搁较牢固，行未过三代，香火就断去啊啦。虽然有滴甲你拜嘛，唔知影当时爱拜，哎呀、啊，变作公妈去啊，公德跟妈哦，就是讲阿公阿妈安尼尔啦，是不是啊？对嘛？啊，咱讲讲别人的祖先，咱来去甲拜，有无？拢无吼，有呢。我都捌去拜别人的祖先，我捌拜韩信的祖先。咱老前人我都拜去甲拜，咱老前人甲咱也无共公妈是安怎咱会甲拜，因为德行庇荫着咱，是毋是啊？咱个当作咱的祖先共阮来拜，是毋是啊？对嘛？所以清明节大家拜望，啊，若有闲嘛是会去釜山甲咱老前人拜墓啊，对不？哎、啊，毋是你的祖先，你才来拜啊？因为伊成就啊，修道成就，所以众生感念伊，共款天顶嘛是共款看年代，就是安尼看嘛。众生感念你，你的对不？你的德行，你的莲花就大哦。安尼讲有较清楚不？哦，啊，过来神龙，佮叫我后下继续行。正手边有莲花，倒手边嘞，仙桃。迄仙桃有大粒，有细粒的。大粒的仙桃差不多一半，一间的一半才大粒。迄天顶的仙桃，迄改良种的较大粒。咱一间才大粒，你想讲哇，这等于这食三年嘛，食袂了。啊，遮大粒哦，嘿，真正遮大粒。迄树啊，安尼一蕊，你着看到，奇怪啊，太一粒仙桃遮大粒。啊，以后着问仙翁讲，啊，仙翁，啊，这是安怎？它有莲花，佮有仙桃。啊，仙翁讲啊，莲花代表发心嘛，还是讲立愿啊，乐观啊，哦，叫做发心有莲花啊。但是你爱了愿，你爱行功，叫啥？一粒果啦，哦，你爱公园果满叫果啦。所以后摆咱回去要去天榜的过程中。伊会看到莲花，佮会看到啥仙桃，就知影讲咱家己的发心，佮咱的德性有合无合。
有的人莲花很大蕊，但是他的什么，他的身头一些些些表示什么，哦，这个很好说的院大国小啦，很好说还慢走，哦，等于天顶你就知道说，啊，后次这可能也是怎样跟不知啦，啊，有的人虽然跟他一条院，但是他的够很大粒，他表示什么，哦，这个这样，这个叫做守院啦，哦，始终如一，有没有，虽然说只有一条弯，但是他也成就。所以咱你看，咱做真侪代志，拢会使成就。这等下后下再去讲。过来，先拢着带后下去看天棒。较早后下求道的时候，我拢想讲天棒，我好天棒可能像这乌棒啊，安尼一个乌棒安尼尔。叫当伊个天顶才知影讲天棒是一个所在。啊，天棒有偌大呢？哦，比咱台南市搁较大。哦，迄内底有巷有路安尼，比咱台南搁较大啦。后下你看我。惊无头，凡是迄个比咱台湾搁较大，比咱地球搁较大，迄敢若一个天棒无穷无尽，有够济就对啊。所有修道人，会好做好做歹，拢伫天顶拢有记。啊，有人就去啊，神龙就讲，啊，这个内底藏的是你的功德，我有啊足欢喜的，因为我想讲我可能无功德，哎呀，啊，唔知出车祸，结果神龙讲有，你有功德。啊，有啊功德是用一个桥啊做的吼。金色的鸾鸟、新民桥啊，迄种啊有。后摆咱大家等于看到的拢无同款，有的人可能看到烟头啊，有的看到啥拜殿啊有啊，像咱这拜殿有啊。啊，有的看到啥，像遐看到这烟啊嘛有啊，还是讲这轿子有啊。啊，佫有一种表示讲，你若看到这，表示你公完过半，看到莲台啦，哦，一个莲花有啊，莲花，互你较徛嘛会使，互你较坐嘛会使，迄表示你公园过满。大家人修行的程度不同，我等于看到的不同。啊，有法看到的是啥？迄、那个桥啊，啊桥啊面顶有写有法个名，啊就入去啊，啊入去内底底下看哦，一张纸，大张的哦，金光闪闪只大张，啊写表文成就，表文成就，甲咱迄张表文一模一样，哦表文只是变作放大版大张的，有法就开始编开啊，我面顶写啥呢？古早字，迄刻度文呐、啊，古早的字有啊。所以后摆咱回去吼，看，迄袂晓读册，拢会变会晓读册。是安怎？迄天顶迄字吼，咱中国自较早到即阵的字，所有款的字拢有啦。哦，繁体、简体、古字、篆书、隶书，逐项拢有啦。啊，但是你看即种字，你阁袂讲啊，我都无读册，我看无袂。伊个字家己会布声，哦，回去伊个字会讲声就对啊。所以外国人得那求道回去，迄虽然嘛是写咱汉文嘛。但是伊会用伊哦，伊若敢会晓英文，伊就出英文的声，互伊了解讲哦，这个是写啥物。所以等于天顶拢袂叮当就对了，你做啥物拢清清楚楚。我天顶啊，设想做做到的，啊，伊就安尼，迄字家己会铺声就对了，你看到迄字就有声。所以后下等于用伊哦，伊若敢会晓英文，伊就出英文的声，互伊了解讲哦，这个是写啥物。所以等于天顶拢袂叮当就对了，你做啥物拢清清楚楚。我天顶啊，设想做做到的，啊，伊就安尼，迄字家己会铺声就对了，你看到迄字就有声。所以后下回去会用看啥古早字啊、篆文甲刻度文，后下看有。啊，面顶就开始面顶写啥呢？正开始头前遐哦，拢写度化有功啊，就是当时你去度人啊，你去度人啊，人来求道，你就度化的功德。啊，过来后边阁现天呢，后边阁写啥？你去度人啊，伊无来求道，但是呢，安尼你就有藏化的功德。所以咱度人有两种功德哦。哦，第一种就是讲，咱去度人，伊来求道，叫做度化的功德。啊，第二种呢，你可能较憨慢啊，口才较无好，所以讲度人，人拢讲无爱无爱。但是呢，你有去度人就好啊，你有去度人，功德就算你的。哦，伫天顶看讲，有来求道，无来求道，是这个人的缘分啊。啊，有去做无去做是咱的功德啦，咱家己会用做的，安尼有了解吧吼？天顶的功德有两种就对啊啦，一种就是讲咱世间看有的，咱有写到的；另外一种咱拢无注意的，天顶帮咱记哦，就是讲咱劝化的功德，天顶会帮咱记。你有法度去度人，你就尽量去度人，哦，免惊讲哦，安尼无结果。你只要去人讲，天顶就记你一笔就对啊啦。过来后边佫有甚物功德呢？后边佫有啥呢？然后写一挂讲哦，咱布施的功德，像讲咱来道场，咱有捐钱啊，还是啥有啊？啊，面顶拢会写啊。
有啊，有一摆发挥啊，闭班了，我就再搬完回去啊。啊，回去伫半路，拄啊看到一个道亲伫遐行，我就讲啊，要搭便车无？啊，就起来怎啊对山顶路甲山下，可能几百公尺尔，叫天顶就写哦。哦，代班发挥啊，你安尼捐偌济钱咧？用写0.2元呐、啊，两角银呐、啊。哦，迄张发挥你捐两角银来功德，哎、欸，你嘛是啊，就是。上天看讲，哇！你安尼顺头顺风车嘛，顺风车安尼撸撸来，再油钱都要两角银，所以咧，就甲你记讲，哦，你去捐两角。啊，佫有呢，这捐捐，唔是讲干那捐来佛堂才有功德哦。有下有一摆，巴肚枵去买便当，结果回来都要阮个楼骹拍一只狗啊，拍地下。啊，有下想讲，哇！这狗啊，看起来那枵到要死去啊，啊，无甲饲好啊，迄、那个便当怎饲一只狗啊？这个后下拢袂记咧啊！天顶记啥呢？记迄届我饲迄只狗啊，布施50元啦。所以无一定讲爱关了人哦，关了狗啊嘛会使呢。哦，喺天顶足公平的就对啊啦。啊，过来，阁有像较早后下有滴打工啊，啊一点钟，或者讲我一点钟赚40元。我来佛堂，因为要来佛堂，所以我要请假两点钟。啊，等于我就了80元对无？你了这80元，神父来帮你记。伊会甲你写讲哦，代工哦，你去上研究班啊、哦，你着报死偌济80元。哦，就是讲上天，你若讲今日爱来道场做工，哎，爱道场有活动，但是你爱去做工课有无？啊，你怎请假？啊，请假是毋是你着了？可能了1000元去啊？放心啦，上天着帮你记起来，变成功德财啦，功德财啦。讲哦，你即工你着、就是。等于讲哦，你无去做工课，但是你来道场斗三工，同款甲你算发薪水啦。咱天顶嘛发1000元的薪水，互你叫你布施1000元，安尼有了解无？哦，所以上天足公平的就对啊啦。啊，咱后摆若要度人，咱就用人讲啊。啊，你看你佛堂的钱要赚，还是看对吧？看你要赚世间财，还是看要赚功德财啊？哎呀，功德财可能看无，但是天顶会帮咱暗记啊。哦，啊，过来够啥呢？即咱。今日开班，咱是来拜医啊！啊，今日若轮到你调班，你才来拜医啊！这种会变作服务啦、服务啦，这种算是有一种功德啊，但是这种功德足少的就对啊，这算服务尔啦。都轮到你，你一定爱来做，你无做就变作无人做，所以这算是轮值，这种服务的功德尔。但是有这种功德真大，就是啥？今日明明都唔是轮到你，但是你提早来。提早来接，提早来拜医啊，提早来整理佛堂哦，这种功德就大啊，安尼有了解吗？哦，就是讲无人叫你爱去做，但是你用主动、自动、自发这种的功德叫做无畏施哦，这种较大，这种的这身份吼会帮你记起来。啊，有的咱来佛堂啦，今日来做啥，咱就记啥有哦，这种的可能身份就帮你直接用，看你记啥，伊就甲你记啥。所以较早后学。哦，厝内底拢有一本簿啊，因为有啊较散啊。我拢会写讲，今日来佛堂捐偌济，今日做偌济。迄天顶竟然嘛是同款甲你记起的呢。哦，清清楚楚，可见吼、哦，有啊较早唔相信讲真正有一个天啊，但是即阵就相信啦。正讲天顶有，啊无咧，他有法度讲，我直接写啥，天顶就写啥。哦，确实咱这天地人讲有神明啦，额头三丘安怎有神明？确实啦，确实。哦，啊，迄内底咱道场做啥物代志？哦，我后下你看，拢有功德呢。后下内底讲吼，我有一摆板道啊，板道原本后下爱学习打毛巾啊。哦，咱伫门口共招待，叫伊刚困了伤晏，困伤晏，你去到佛堂，人就已经伫遐拢伫遐就位啊。啊，你就无代志做，我就互人进锁了，怎去？到遮佛堂啊？啊，拄我楼骹，我有三个求道人伫遐，啊，无人甲因。陪因啊，我来就讲啊，卖客气，来来来，食水果，食水果吼、哦。啊，就四个人都甲迄盘水果食好了呢。我食煞，迄超值讲师就讲啊，咱楼上半道就去哩啊，因三个就去哩。后下想讲啊，无代志啊，好啊，啊无水果也食好了啊，来等。所以后下去盖板刀去佛堂，第一无做打毛巾，第二无陪谈，无半道嘛无伫后壁，讲咱讲迄只叫做护道拢无啦。唯一去迄个来佛堂做的就是啥？食水果，干那食水果尔，叫做上天记号，他讲，迄摆去佛堂食水果，安尼做到有功德，
是安怎讲做得有讲着？啊，你拄好无人交代，你甲人交代着，哎呀，你都伫遐安尼都讲着。所以咱道场，咱即阵有伫办道，大家成功了愿足简单诶。啊，你伫外口吼、要成功了愿足困难诶。你讲观添油香好啊，去外口添诶，有诶人诶，凡是伫拜神地诶有无？迄地啊，比赛大只迄种诶，你讲观落去变做杀生去啊咧。啊，迄观愈侪，毋是杀业愈侪，是毋是啊？所以咱道场无杀，那这是较好诶。哎呦，我伫遐看哦，即种功德真侪，我着看甲足欢喜。啊，神龙就伫外口伫话讲，哎、欸，你出来，你出来。哎呦，我就伫遐，原本出来头，我看到神龙头拢累累啊，想讲神龙救命恩人啊。啊，叫看到迄看看的时候，安怎？就仰头啊，你知道？哦，我就想讲，哦，我功德袂少哦，哦，神龙我甲你平起平坐哦，哦，啊，就仰头啊。结果神龙讲，哎、欸，你卖欢喜，你卖欢喜，你有看到对面这边无？我一看，对面有一栋乌色的三层楼，啊，神龙这栋。内底用是你求道以来的罪过错啊！哦，你做歹代志，我的好代志是安尼，啊，歹代志是三层楼咧。哦，啊，先讲你嘛去看，有法就再来看。一楼内底写的拢是啥呢？一楼内底写的，因为时间嘛差不多啊，有法就要讲在就好。一楼内底写的是咱修道吼，甲咱乐观有关系，立愿呐、啊，立愿了愿有无？那如果我们有天下来道场，啊，人可能有人出车祸啊，啥，咱就要度人有无？啊，大家有天下讲，啊好，我度一个，我度两个，我度五个有无？啊，你讲我度五个，你就爱去度，你若无去度，这就变成立愿不了。上天在看这种愿力有两种，这种第一种就是瞎表文的愿力。你若有瞎表文呢，每立一条愿有两位护法神，哦，落一条愿有两个护法神会甲你帮助就对啊。上天的派两个护法神给你助道的对啊，啊你那是讲立愿，啊个另外一种就是讲随口的，等于那是讲咱出口成愿有无？这种的就是讲你嘴到讲的这种愿，变作讲神佛，伊就是讲你要个记得你的意念有迄种善念，甲天上连通的时阵，护法神才会对。啊你那单你这个意念无啊，护法神就走。哦，嘛是有差别的对啊，咱讲这个愿力有无？有的人讲啊，我有愿力就好啊，我无一定爱请靠有啊，请靠我食菜就好啊，我无一定爱落请靠愿有啊，迄无一定哦。你若有立清口愿，起码护法神甲你对。但是你若无立清口愿呢，但有一天你无想要食菜，迄就无啊。哦，迄无共款就对啊，这种嘛是有差。啊，内底有法看吼，一楼内底立愿不了的个有，啊，佮另外一条嘞，另外一条人道位权那个。就是讲，咱人道尽了无好，对家己的爸母要阁恶业啦。来道场虽然讲哦，做尽心的喎，啊，回去就冤家，哦，这种也袂使了哟。天顶你看袂使了，所以咱各位真人，咱来道场回去嘛是爱安怎？啊，做人好媳妇，做人好囝哦。你别讲哦，来道场叫做讲师，回去安怎？吼、哦，要甲爸爸妈妈拢安尼叫因听道理，安尼个用话袂使了哟。哦，咱道是人道哦。天道对人道开始修，所以咱不管讲你是清修还是什么，你等于都是爱友好父母。哦，咱道场是安尼，圣凡爱兼顾的对啊啦。哦，啊，无这天顶会记一个人道位权那个。佮另外一点，就是让大家知影讲求道无简单。后下伫天顶看到，内底有两条狗，两条狗是啥啥呢？就是讲因答应后下要来求道，结果无求。就是讲袂记哩，后下袂记哩，你知道无带因来求道啦。但是伊连讲好好，因要来求道啊，啊，后下无带因来，叫天顶怎记下来讲啊？这个人求道的机缘已经错失去啊！哦，这世人求道的缘无啊啦，伊后一摆求道的缘呢，也边写写十世，伊啊投胎转世转十摆了后，才有可能来求道。佮另外一个咧边写啥？投胎转世啊，转三十世。伊要等三十岁，过去做牛、做马、做人，不管等三十岁了后，才有可能来求道。我有啊，底下看看个卡灵手灵啊，因为咱即阵咱唔知影讲这个道遮尼啊尊贵啊。啊，后来后下病好啊，我就想讲啊，安尼迄个时阵伫天顶看到，紧来找因嘛，紧带因来求道就好啊。啊，去个呀，去找伊，无得哩。因隔壁讲啊，你找伊要创？我啊，我想要带伊来阮佛堂拜拜。伊讲啊，袂赴啊啦，啊，迄、那个都出车祸死去啊，出车祸死去啊。另外一个过去找赵干净死去啊。
甲一个大校学一回，一个大校学两回啊。但是咧，天顶看到讲过去啊，你知道？回来才知影讲两个拢过身去啊。啊，过身去，因搁要救倒咧，爱等十世甲三十世，一世算三十年就好，啊，十世都爱三百年咧，三百年才会拄到一个修道人哦，这个时代无简单，所以咱讲即阵要办道救道吼，无遐简单呐。我爱学下伫天顶看的是安尼，甲大家做见证就对啦。啊，过来一楼内底吼，就是拢甲咱办道啦、天命有关系。二楼内底咧，甲咱佛规礼节有关系，吼、哦，咱言行举止、佛规礼节有关系。啊，这部分吼、哦，因为真济啊，拄好有真贤有帮学下整理一本册，啊，各位真贤若有闲，再去看一本册。啊，学下讲绝对袂使做诶，一部分好，大家就好啊。哦，绝对袂使做有几项，第一项。咱佛堂吼，咱佛堂是弥勒祖师的佛堂。弥勒祖师上大的愿力就是讲，不爱杀众生啦，不杀生就对啊，不爱杀生。所以咱来佛堂吼，咱来尽想办法卖去杀生，安尼有了解吗？咱来佛堂，就算讲要摒扫，迄有迄带啥垃圾啦，有蜘蛛啦，尽量卖甲拍死，扫扫的就好啊，扫出去外口，还是请出去外口。啊，那暗时啊，这佛堂开班班啊，真侪点蚊啊香，但是咧塔门吼，你要开一旁啊，卖讲安尼，袂输讲一定要互因死安尼啦，袂使咧。咱佛堂，这是咱老蜗牛的佛堂，咱弥勒祖师的佛堂啊，弥勒祖师的愿力就是安尼，咱袂使杀生就对啊啦。啊，那已经杀生要安怎咧？就是讲天顶你看吼，迄种灵的部分，就是讲你那蚊啊，规个人你甲拆散。拆做蚊啊，迄就是一个人，安尼啦。你一个人遮大安尼啊，规个甲拆做蚊啊的灵魂，看超几万只，安尼就表示讲几万只蚊啊，拄好一个人的灵魂，安尼啦。安尼有了解吗？所以咱人叫做全灵，蚊啊叫做残灵嘛，变做幼啊，安尼尔一挂。啊，伊幼幼啊，伊要安怎才能够变做人？伊要来做登到这个缘高有无？你啊，把这种规个人可能有一万摆，伊都爱登。等一万拜了后，才会阁变回来当做人就对了。所以这你看讲天顶，你看哦，嘛是真慈悲啦。所以咱哦尽量来佛堂拢卖台哦，安尼唔知做会到无？那有法度咱尽量做。啊，厨房呀有家抓有啥物有无？咱尽量摒好清气，都袂有家抓嘛。啊，菜啥该收的该变的变好哦，卖讲安尼坑对呀，当然都可能生虫生啥安尼。好、哦，第一来佛堂卖杀生，第二。来佛堂卖讲是非啊，人讲当地话啦，卖人讲，无都无，咱就卖讲，卖讲大概就伫啊，人迄店专属讲啥讲啥，人店专属都无讲，拢你讲，哦，这袂使，哦，那讲这個，咱后摆回去拢有一个处罚就对啊。啊，天顶你看讲这种讲是非的人，伊安怎定你的罪过咧？伊就是讲，那是讲啊，咱有个人讲讲要讲人歹话，拢诶，我甲你讲，我偷偷甲你讲，你唔好阁甲别人讲哦，哦，是毋是拢安尼嘛？但是即个都足好讲诶，即、這个大嘴讲出来都哇死过来啊！你虽然敢若甲伊一个人讲尔，照你讲敢若算一条尔嘛，结果天顶你看毋是？即、這个足好宣传诶，出来上尾要500个人知，你这条歌就变做500条，你敢若讲一句话，啊，就变500条。哦，所以来佛堂，咱唔好讲人歹话，哦，啊，互相爱，互相勉励啊，哦，咱拢是一母之徒嘛，所以咱若讲啊，啥物人做不好，啥物人做不好，这定义是安怎？不尊师不重道呢？是安怎讲？咱伫嫌咱老师袂晓教，啊，唔只讲会互相批评，对不？安尼变作不尊师不重道，哦，所以天顶伫看是安尼。啊，佫有一点，佫有一点，就是啥呢？咱来佛堂哦，佛堂唔好。贪占佛堂的功德，什么叫贪占佛堂的功德？困倒定定会做，因为较早有较定定伫厨房，厨房有阵时拢会剩真侪菜有无？真侪菜大家拢安怎处理？啊，无就大家搬挂都叫关灯去啊！哎，拢无甲点文书讲咧，这袂使的哦。安尼了解吗？那佛堂的都是大家献出来啊，献来佛堂要大家食的，就算食无了。迄嘛爱点文书，还是讲佛堂这边的单主讲啊，安尼咱都分正侪侪，大家有法多尽量退转去，安尼都无罪过。啊，若无讲，你怎直接讲退这文书？你偷退佛堂的物件，安尼袂使，安尼了解吧？哦，啊，佮有咱来佛堂嘛是同款，那是讲佛堂有阵时有献果，还是献什么物件？
那是人献给佛堂的。咱有当时啊，咱来佛堂，咱拢大主大义了，讲转送出去有啊。转送出去要人讲哦，讲者，讲讲啊，咱这今日这届供果吼是带来真言献出来，哦啊，这届咱来感谢伊安尼。哦，安尼唔只无共占着人的功德，无人拢认为讲是佛堂的功德。咱知影真侪道亲，有诶道亲吼，伊话真爱民主，伊来道场做虾米代志，伊希望讲人会甲报，你知无？咱拢唔知影，都无人会去感谢着啊。那变相考人，安尼无好，变相讲考验啦，安尼无好。哦，啊，二楼内底拢是像这啦，富贵礼节啦，哦，啊，到三楼诶，三楼内底就变作咱起心动念，愈有就对啊啦，愈关定愈有。啊，起心动念拢写啥呢？咱有阵时想贪想懒啦，啊，要讲害啦，要讲骗啦，天顶拢会记哦，哦，记较详细。哎呦，我伫遐看，看甲讲，哇，真艰苦。欸，原来我嘛是安怎，罪过满身呐，吼。啊，神龙在底下话讲，你落来，你落来，我落来看到神龙，我都唔敢讲话，我都跪落来哭啊！啊，求神龙下罪啊！啊，神龙，你卖惊，你卖惊，今日和你看到这吼、個，是后黑的一个缘就对了啦。啊，神龙讲，伊讲，唔管是你看到你的功也好，还是你的过也好，哦，即阵你伫道场修道都办到，啊，将来啊，功完过完，都一并拢甲你消掉就对了，还你本来的面目。啊，你若十进十退啊，三心两意嘞。你做什么因，你就爱受什么果，就是讲过去世有法把杀人，后世就爱行命。哦，就是讲这世因为有求道神佛庇佑嘛，已经脱过啊。但是后世咧，你若歹修后世，你就爱行，同款意思的对。啊，神龙主比讲三年了后，你有一个机缘，哦，会使甲这甲大家结缘就对啊了。哦，啊，神龙安尼手一杀咧，有法讲慢慢啊，才对天顶落来。啊，落来啊，跪伫文昌顶哦。我哭到鬼的这，那等一下，人讲的鼻涕眼泪哦，流到鬼，鬼的啊，哦，那可见，有法唔知啊，但是安尼一直拜一直跪就对啊。啊，当初神龙讲三年，有法嘛唔知影，一直到安怎呢？过三年了后，啊，这三年中间啊，一寡道亲知影讲哦，有法出车祸，啊，有一个经验啊，所以有当时也会去讲，但是真少人知影就对啊。结果三年一到。拄好咱台中遐正和佛堂，因讲要出一本仙佛显化专辑，啊，就找药学去做。哦，我找药学讲啊，希望药学写出来。哎呀，写下来，结果一直到10月5号迄本才出来。啊，十月五号是啥物日子呢？药学出院迄天，拄好满三年。迄本出来拄好满三年。哦，这是来神翁神功后壁才印。啊，过来咧。迄、那个刘军良刘讲师，咱知影《法医崇德》的主编嘛，咱编咱杂志的，伊就进前就先请小学去迄个中华迄边遐讲课，啊，就去遐讲，啊，小学就讲啊，神龙同说讲三年一个，啊，刘讲师伊就甲小学这段啊，怎编伫后一期的啥，诶，一本《崇德法医崇德月刊》内底，《感应三千》内底，伊就先甲编入去。但是咱这订吼，咱伫订杂志，大家拢是进前。一个月、两个月就先定讲这期的就对啊，拢先定，唔知啊嘛，大家拢唔知影讲这期是啥物内容啊。叫刘讲师卡一通电话来讲，范讲师，足神奇的呢。过去吼，逐个月拢上济一摆6000本啊，平均差5000几本安尼。用这期几本你知哦？21500本，我无代志，加几倍，加4倍出来就对啊。哦，啊，伊就讲，凡事这就是讲神龙讲的，应该大家记。啊，因为就是安尼，啊，所以后学慢慢的可能就较有机会出来道场，甲各位神人分享啊。哦，啊，这就是讲后学，对这个求道、修道、办道，以及出车祸、哦退道啊、出车祸啊，甲今日的一场经过就对啊啦。哦，啊，嘛是算讲和各位神人做一个见证，和咱了解讲，咱道场常常你讲。哦，有三真啊，三真海味，三真啊，哪三真？道真、理真、天命真，嘿，都、就是这三项是真的啦。我、哦、今日后下伫只会用甲各位真兄做一个见证，做一个讲哦，保证讲啊，确实哦，神佛拢唔捌骗啦，拢是啥？咱伫骗神佛啊，嘿，啊，天顶确实就有这种借力啊，有一个天啊，天顶的殊胜吼，确实足重庄严啊，神佛确实真慈悲啊。哦，真慈悲啊！大家，咱若有法度，咱来尽量去修；有法度去度人，咱就尽量去度人。啊，
咱在座有真侪老菩萨，可能咱啊较无法度去度人，免紧哦，咱尽量咱的脾气啥，咱就爱安怎吞忍会调就对啊。我卖讲时大呢，乌白动脾气，这无明火啊，拢无法度就对安尼，对咱家己本身的德性无好啦。哦，啊，今日休学就讲到这，啊，各位在场敢有人有问题？有无？哈、啊？有命，大家一定爱成功哦！祝福大家，谢谢大家。也讲声的对啊，所以外国人得那求道，登去迄虽然嘛是写咱汉文嘛，但是也容易哦。伊那敢会晓英文，伊就出英文的声，可以了解讲哦，这个是写什么？所以登去天顶拢袂叮当的对啊，你做什么拢清清楚楚。我天顶啊，设想做做到的，啊，迄度安尼，迄字家己会铺声就对啊啦。你看到迄字就有声，所以后黑东西，啊，电文书各位真很，大家好，大家请坐。